报告委员会现在出席委员七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好，我们现在开会啊，请宣读上次的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六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05年10月24日星期四、星期一上午9:00至13:09。地点：本院红龙三零二会议室。出席委员段文怡康等12人，列席委员江委员启程等32人，列席官员、行政院秘书长陈美玲等14人，主席许召集委员淑华。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行政院秘书长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长列席就政府组织改造工程及三级机关采政务常务任用双轨制之具体规划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另邀请全叙部部长、内政部次长、经济部次长、交通部次长、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副署长、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副署长及蒙藏委员会主任秘书就上述相关业务主管业务列席备询。本次会议由委员段宜康等18人提出质询，委员马文君等4人提出书面质询，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哦，上次的会议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者是遗漏？好，没有的话，我们就议事录确认哈。那现在我们先来列席，介绍一下列席的官员啊。首先介绍我们法务部政务次长陈明堂陈次长，好，以及我们检察司的副司长余丽珍，好，谢谢。调查局洗钱防治处李宏景处长，财政部关税署谢林元副署长，好，谢谢。还有副组长哈陈宝华。谢谢，赋税署陈慧琪组长，好，谢谢。还有我们金管会银行局的庄秀元副局长，好，谢谢。证券期货局的尚光琪副局长，好，谢谢。司法院刑事庭调办室的法官李明义，好，谢谢。以及我们的管静怡法官，好，谢谢。内政部警政署刑事局副局长黄家禄，好，谢谢。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企划处陈尤佳处长，好。交通部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法务及法令遵循室的主任杨慧华，来吧。还没来哈，行政处我们主计总处的公务预算处的专门委员陈信敏。好，以上。好，抱歉，我们再补充介绍行政院的外交国防法务处参议徐吉志。好，谢谢。还有条约法律师王庆康。好。再来是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法制处研究委员何达人，好，中央银行法务室吴坤山主任，好，卫福部保护服务司科长胡木兰，好，经济部智慧财产局主任林清杰，好，以及商业司专门委员许福天，好，行政院环保署的废弃物管理处的检任技证邱继明。好，谢谢。那我们今天呢，会议是26号哈到27号2天的一次会。那我们今天跟明天排定的议程是一审查一案哦，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的中华民国刑法第7条条文修正草案；二委员许淑华等16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5条条文修正草案；三委员许淑华等18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7条。条文的修正草案；四委员吕玉玲等17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7条条文修正草案；以及五
委员林德福等十八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五条及第七条的条文修正草案哦。那二审查一委员黄昭顺等二十一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增订第189条之三、第189条之四以及189条之五条文修草案。二委员吕红军等二十二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增订第189条之三条文草案。三委员陈义明等二十九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增订第191条之二条文草案。四委员江启程等二十五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增订第182条之一条文草案，及五委员林俊宪等二十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增订第182条之一的条文草案。三、继续并案审查一行政院函请审议洗钱防治修正草案。二委员蒋万安等二十六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十条条文修正草案。三委员曾明忠等十八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三条及第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四委员许淑华等十七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五委员李玉玲等二十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六委员徐国勇等十九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七委员许淑华等十七人拟具《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八亲民党党团拟具《洗钱防治法》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及九委员段宜康等十八人拟具《洗钱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那我们本次的会议讨论事项呢，三的第一至七案呢，已经在105年的9月22号报告以及询答完毕。那我们今天呢，就尚未审查的讨论事项一二及讨论事项的三、第八、第九案进行提案说明以及报告及询答哈，采综合询答逐案处理的方式进行啊。那现在呢，我们就请提案说明及报告发言时间五分钟哈。我们先请林德福委员说明。好，那我们是不是那接着就请段宜康委员来说明？啊，那个段委员，抱歉啊，林德福委员进来，是不是先让他先说明一下哈？不好意思啊。好，我们先请林德福委员呢、就讨论事项一的第五案来做说明，谢谢。主席，各位同仁，我想，这个本院委员林德福、陈义杰等十八人鉴于近年来台湾的诈骗集团为了躲避国内追查，开始到大陆、东南亚、非洲等设置这个机房来诈骗。那我国国民啊，涉及跨国境的这些电信诈骗案件啊，层出不穷。那甚至于这个登上国际媒体这些报道，那严重影响我国国际的形象。那探究其原因，当然犯罪嫌疑人是于中华民国领域外犯罪，那罪轻本刑须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才适用刑法来追诉。那本席认为说，打击跨国犯罪是全球共同的一个责任，为了彰显我国对打击诈欺犯罪决心与努力，那提案订定《中华民国刑法》第五条与第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让这个诈欺之犯罪，这个纵使发生在中华民国领域外，那均应适用本法来制裁，以利国内司法追诉，并保障受害人权利是否有当进行公决。那我想，主要的就是因为媒体形容台湾是诈骗产业在全球这个可以说恶名昭彰。那最常见的这个犯罪这个流程是首脑在台湾，那机房设在全世界，那受害人在中国大陆的三角关系。所以说诈骗犯罪以后，虽然可以累加刑期，最重可判刑到20年，但依我国刑法的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在中华民国领域外的犯罪，
最轻的本刑是3年以上有期徒刑者，时有在我国刑法的适用，导致我国司法难以来追诉。那我想打击跨国犯罪是全球共同的责任，为了彰显我国对打击犯罪决心与努力避免诈欺犯嫌疑人利用境外犯罪来逃避我国司法的追诉，那损害我国形象，所以说本席就是提刑法第5条以及第7条，针对诈骗犯在中华民国以外的地区这个我想应该要严厉的来制裁，以保障受害人的这些权益。以上，谢谢。好，谢谢林委员。我们接着请提案人段宜康委员说明。主席、各位同仁啊，对于这个我们所提出来的洗钱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我简短的做说明因为这个我们的提案定的比较严格的原因呢，是因为在2018年呢、那么我们就要接受这个亚太防治洗钱组织的这个评鉴，那么如果这个评鉴的结果不理想，那么对我们国家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力求符合这个国际公约的要求，能够在条文里面表达我们对于反洗钱、对于防治洗钱的诚意跟用心，所以这一点在条文上有或许让某一些专业团体觉得非常不方便，甚至没有办法接受。但是这是为了我们国家的处境，我们不得不然，否则会遇到更严重的后果。那请大家支持，谢谢。好，谢谢段委员。我们接着邀请吕玉玲委员说明。好，再来邀请黄昭顺委员。好，我们先请李红军委员来做提案说明。谢谢主席，还有各位同仁。本席还有陈怡杰等22人哈。那针对这个医院的急诊暴力的这个频繁那提出了刑法增订的第189条之3。那最主要其实是依照我们台湾这个急诊医学会针对全国的急诊医疗医护人员所进行的这个问卷调查，也发现到这个医师的部分有89%表示曾受到威胁，那有99%曾见到威胁，然后有37%是实际受到暴力的攻击，那92%这个曾见闻暴力的攻击，那护士有73%表示有曾受威胁，那受到暴力攻击的有36%。那93%曾见闻受到威胁，82%也是听到有所谓的暴力的攻击。这个从上述的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知道台湾的急诊室的安全，还有急需要有立即性的法令法令来配套来修正，然后来保障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该有的基本的人身的安全所以基于上述的理由急诊室的医疗人员长期处于这种高风险的这个工作环境下，而且受到了这种暴力威胁的这种的一个情况，已严重的影响到我们急诊室的医疗的品质。所以为了求保障医疗人员的安全及提高我们医疗品质，提出这个针对中华民国刑法第189条之3的条文来做修正。好，那请大家共同来做一个是否有当那敬请做一个公决。好，谢谢。好，谢谢李委员。那我们邀请陈怡明委员，邀请江启成委员、林俊炫委员。好，那请时代力量党团有没有代表在这边？好，那亲民党党团
李委员是不是要再继续补充报告？对，这是一个我们的那个讨论事项三的第八案的说明。啊，洗钱防治法啊，谢谢。谢谢主席，还有各位同仁。这个针对这个洗钱防治法第六条的修正条文哦，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台湾金融体系哦，长期以来并没有去落实我们这个内控的稽核，也没有符合国际洗钱防治金融的规范。那相关的法规哦、法则哦，其实都非常的轻哦。或许有遭这个利用进行洗钱的这种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哦，未能充分的纳入的这个我们所谓的洗钱防治的体系哦。那金融机构保存这个交易资料及进行客户的这个审查事项哦，尤其是金融体系未能哦具备反恐的意识哦，所以定期检查客户的背景。然后地理的背景等等风险应给予进行的评估哦，所以应尽速的这个提出相关法令的修正哦，所以针对这个方面哦，那我们亲民党党团好、哦，所以为了要强化这个金融及非金融机构的洗钱防治，那提升金融体系这个国际法的法尊及反恐意识哦，那落实海内外分行这个内控稽核，所以针对。凝聚这个洗钱防治法第六条修正草案，那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好，谢谢。好，再次谢谢李委员。我们邀请黄昭顺委员做提案说明。主席、各位同仁，我想上一届我们在立法院的时候，很努力的在审医纠法，以及希望能够把这个医疗的事故在急诊室发生，能够尽量的把它降到最低。但是我们在这两个月，我们在光是台北的星光医院，两个月内大概急诊室就有两起暴力事件，严重的对我们医护人员造成极大的恐吓跟威胁。所以我想，他们这些家人不仅只是殴打这个医师人员，甚至于损坏医疗设备，或者是对医疗人员的辱骂跟胁迫。其实直接影响到其他病患就医的权益，而且影响医疗机构就业的环境，造成很多医师人员在这样子一个状况就名声退役，身心受创，所以对我们整个医疗体系环境以及人才的稳定就造成相当重的影响。那我们在整个刑法对危害飞行安全、行车安全都可能对公众造成危害的行为都已经纳入公共危险罪专章加以规范，所以本席希望医疗体机构医疗医师人员所维系的医疗安全影响多数民众的就医权益以及生命健康的保障发生非常的严重，所以但是在我们整个刑法里面没有完全没有明文规定，所以我们希望中华民国刑法增订第189条之三、之四、之五的条文修正草案，对违法医疗安全行为给予处分，而且并且希望能够对依照妨害公务罪对侮辱医师人员的行为一并纳入规范。那我们希望我们委会能够支持，让我们整个的医疗体系以及我们整个民众的就医权益得到比较好的保障。以上，谢谢。好，谢谢黄委员啊。那我们今天提案说明先到这里哈、啊。我们接着请法务部陈次长做报告，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生，那今天代表法务部呢，就有关于时代力量党团、亲民党团，还有各位委员所提出的各项刑法还有洗钱防治法等修正草案呢，提出报告。那第一，有关于许淑华委员等16人，还有林德虎委员等18人所提出的刑法第五条修正草案的部分，那关于跨境犯罪诈骗的这个新兴犯罪呢，造成民众财产的巨大损失，还有危害国家形象，为了维护本国国际形象，那委员这个提案修正呢，希望在刑法第五条
侦列第十一款，那凡是在中华民国领域外犯刑法第339条之四，也就是加重的这个电信诈骗的哈，这个部分的话呢，那法务部呢，表示赞同。那理由是第一个呢，赋予司法机关对于依我国刑法处罚的跨国犯罪，也就是在境外犯罪啊，那这个部分呢，能够加以处罚，避免说有管辖权的这个争议。那这个境外犯罪的话呢，所犯是刑法第5条、第6条的罪的话，那本质上还不是刑法第7条的最轻本刑3年以上的罪。所以检察机关受理的话呢，那可能会面临到说是不是我国有管辖权等等这些的这个疑虑。第二个呢，以世界主义跟保护主义来补充刑法也境外犯罪的这个效力。那因为我现行的刑法第5条呢有10款，其中有保护主义，有世界主义，那是基于保护我国国家法益，还有世界共同秩序的维护等等。那刑法第339条之4的加重诈欺罪呢有3款，那这个呢是对不仅是侵害个人财产权，也侵害公众对国家公权力信赖等等这些的作用，所以呢因为跨国犯罪所利用，所以为了维护各国共同保护的法益呢，法务部赞同在第5条增列把339条刑法339条之4的加重诈欺罪呢列入在第5条里面。那同时呢，第三个林德委员所提出的呢，在第5条以外呢，还在第339条跟339之3这个部分的话呢，因为它本质上是属于个人财产怀疑的被害，还不是保护主义跟世界主义的适用范围。如果说全部都把它放进来到第5条去的话呢，那是不是妥适？这个可以再斟酌。第二，有关于时代力量党团所提出的刑法第7条，还有徐淑华委员等18位委员所提出的刑法第7条，李义林委员等17位所提出，还有林德委员等18位所提出的刑法第7条修正草案部分，那委员提案的综合来讲呢，是要把最轻原来条文里面的最轻本刑3年以上，也就是属于传统上稍微比较重罪的呢，才作为这个在中华民国国民在境外犯罪可以加以在以国内法律的处罚。这个利益是不错，但是呢，法务部是认为说，第一个，在德国、日本呢，在领域外犯罪没有采取跟委员或是党团提案的这个相同。德国刑法虽然没有重罪的这个限制呢，但是在刑事诉讼法153条 C 里面呢，有规定说，在特定条件下的领域外犯罪才不能够加以追诉，它是用采那个负面的这个列举的方式。日本刑法第3条呢，也就该国刑法对国民在领域外犯罪的效力呢，也采列举性的这个规定，限以特定犯罪。所以刑法有关于属人效力的范围呢，德日呢也不是采取一网打尽的方式来处理。第二个呢，扩大刑法的境外的这个效力的话呢，要考虑到司法资源的负荷，因为在侦查审判的程序上，可能要透过国际司法互助调查，相当耗费司法资源，所以全部的都把它放进来的话呢，对于我国国际上的处境呢，会有一些问题。第三，在第5条增列的话，我们前面也提过，在第5条增列呢，可能是比较好的方式啊。那有关于黄绍顺委员，还有李鸿钧委员、陈一鸣委员、江启臣委员，还有林新委员所提的，在刑法公共危险罪里面呢，针对医疗暴力的部分呢，加以增列专条规定，利益不错，法务部也不是反对，但是呢，法务部认为说，在立法体力上面呢，是否加以斟酌？第一个呢，在现行刑法本身呢，也有杀人、伤害、毁损公共危险罪、妨碍自由等等呢，在医疗法106条，就毁损医疗机构或相类似场所内关于保护生命设备暴力攻击执行业务的医护人员呢，都有特别处罚这个加重规定。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必要在刑法的那个公共危险章来加以重复规定呢？敬请审慎考量。第二个呢，刑法要兼顾到刑法迁移跟明确性，因为刑法是属于通法，那如果说定得太琐碎，是不是适当？第三个建议，我们建议在医疗法中增定。那第四，有关于委员所提出的洗钱防治法的部分，除了前面之前我们所报告以外呢，关于亲民党团所提出的第6条修正草案的部分，我们也在相关的办法里面有规定，明文规定，同在资控这一部分呢，加入我们跟法务部的这个跟行政院函议的这个方向是一致。关于段宜康委员所提出的这个第6、第4条
还有第六条等等修正呢，华部基本第四、第五、第六的修正，华部基本上赞同。那可能相关业界的部分的话呢，一律我们也都一一的说明。以上报告，进行指教。好，谢谢次长。那么现在我们开始进行询答，每一位委员发言的时间是六分钟，必要时候得以延长两分钟。那我们上午十点半截止登记发言。我们请登记第一位的林德福委员发言。主席啊，各位同仁，这个华务部陈次长，是不是请陈次长？请陈次长。早。次长早，我们司法院有没有派人来？好，我想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哈，去年呐、李法官好吗？这个全国这个扰乱医院急诊秩序或妨害医疗这个业务，这个通报案呐、这个总计有214件，那平均呐、差不多1.7天就发生一件这个医疗暴力事件。那本席以为，这个台湾的医疗这个医院多半呐、是息事宁人，除非发生重大肢体冲突，那伤害才会处理，那请问这是不是意味着通报数量失真？的可能性很高，那个次长啊，你的看法呢？报告一下，这个通报的部分的话呢，可能有些医院呢，确实是如委员所说的，他们因为了息事宁人，不愿意通报。不过呢，这几年来呢，我们跟卫福部也跟医院有过沟通，希望他们能够勇于报案。那如果医院这些暴力哈事件还更多，那你认为这个严刑峻法是不是？应该要是不是才有贺主的这个效果？现行法里面也有比较重的规定，比方说杀人、重伤害，包括未遂罪等等，这些都有。如果说要再做更强力的宣示，我们是建议说在整体性啊，在医疗法里面是不是可以这样规定比较妥适？因为次长，现在这个裁罚制度可能对施暴者没有感，而诉讼是旷日费时，那。这也没有立即的这个，这个威吓的这个作用。那有学者提议认为，应请中央修订医疗法，对施暴者增加强制来讲习，并且公布相片、姓名，等等这些行政裁罚，以强化吓阻发生类似事件。那请问，这些施暴者的再犯率高不高？施暴者再犯率，这个我们没有做统计。没有做统计，我认为那个应该要去做一些资料做统计。可以。因为那个，那你司法院请回去好了。你认为采取这些方式是不是能够强化吓阻的这个效果？就是把它公布相片啊，这个讲习啊，甚至于说公布姓名等等。那你认为这样子也可不可以产生这个吓阻的这个效果出来？我们在协理上，我们没有做统计的。不过呢，某种程式可能会有一些吓阻作用。那委员所指教的这部分呢，我们愿意跟卫福部呢来做讨论。对啊，我认为说，你们应该要求卫福部在这方面，尤其各医院呐、在这方面哦，应该去做一些，做一些数据的统计。可以，好。那这个因为根据卫福部的统计，最常发生的是咆哮、谩骂、推挤。还有抓伤等等这个言语啊或肢体的这些暴力，更严重还持枪或刀械来威胁这些医疗人员，那使得这些人这个心生惧怕，没有办法安心来救人，那请问，同样的对人的这个身心具备的影响力，同样是对人身心具备的影响力，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这个较少发生在司法人员的身上。因为医院的院所比司法机关来多了，所以呢，看起来就是说他们的被害程度会比较多，但数量啊不是程度，数量会比较多。那事实上呢，我们也一再跟卫福部还有卫福部的宣导各医院，包括警方呢，我们也要求说我们的检警，我们也发函
要我们检察机关呢，对类似这种医疗暴力的话呢，要重塑从重的量的处理。那你认为，要是像这些暴力事件发生在司法人员的身上，那你认为又该怎么做？应该都是一样的做法的。我们在司法人员是公务员，所以有公务员的部分。那如果在医事人员部分有加重处罚必要，整套性的，我们觉得是可以讨论的了。那个次长，因为由医疗暴力事件来看，现代人的情绪控制，真的是问题很大。那早年呐，这些医生啊，地位尊荣，那现在医生社会地位备受挑战，那事实上和医疗暴力事件这个增加，这个不无关联啦，那到今天的司法人员，社会地位一样受到挑战。如果不是三级三审的这些阶段性的这些审判隔离和司法制裁的这个恐怖平衡，请问你认为司法人员面临的暴力事件，会不会是不是可能远大于这些医疗人员？应该不至于了，因为对司法人员的这个暴力事件，事实上警察人员也常常受到暴力的这个威吓嘛，都有啊，只是说怎么样跟一般人接触。司法因为在医院来讲，现在我们服务面比较广了，所以他们受到的被侵害的可能性比较多。因为哈，那个次长，因为今天法院是因为有配置这些法警，所以说当事人多半不敢这个造次。那假设这个取消法警，难道你认为会不会发生法官、检察官遭到暴力对待等等这种状况？是有可能的、有可能所以说，我认为说，在这部分其实你看有法警，他这个整个有一些这些来不管你看到医院去就诊的也好甚至于到法院，他就有落差。那事实上，法院不是完全没有发生过这些暴力事件，而且以往法院审理案件的时候，也不是没有发生过黑衣人来包围法院的这种状况。那目的当然就是希望可以影响到审判。那甚至于对于特定的这些司法案件包围法院的这个情形也越来越多。请问你对于这样挑战法院公权力的行为，你认为是不是要严加禁止？任何挑战公权力或是挑战社会服务的这个对象、这个机构的话，我们认为都应该要严加以处理的。那法院的部分的话，法院跟检察署因为我们的法警本身不是做安全维护而已，他还有另外的这个法定任务。事实上呢，我们有一些部分的那个检察署呢，他们也在雇用保全，我们也宣导各医院呢，能够加强保全的这个能力。你认为，要是法院碰到这种状况，会不会息事宁人啊？或者你认为这些司法人员是不是都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这些这个希望来干预啊，影响到审判的外来的这些言语暴力等等啊？你认为他们会不会有那个勇气来？法院有啊，有的。事实上有很多的录影，包括开庭中的这个言辞不当的处理都有啊，那个次长，因为两岸共同打击犯罪以及司法互助协议上个月你还说存在，但是现在台湾这整个诈骗犯被强制遣送大陆，请问两岸是不是这个谁不遵守协议，还是为什么原因不遵守这些协议？我上次所报告的是说，一般事务性的，比方说文书送达比方说这个文书的往来，这个是有，但是呢，实质性的，比方说人犯，收容人的这一些的接触等等呢，目前是暂时的没有进行。那你认为，这个你说过是不是有遣送回台的空间？要看双方的努力。对，那原有的这些联系管道都在，那请问联系管道现在是不是不畅通，还是已经被切断？应该不是叫切断，我事实上我们跟两岸共打击犯罪的这个对口呢，公检法司，我们还是有联系管道，是有。那个，我认为说这个部分其实这个现阶段看是很糟糕啊。那个次长是最近这个菜价上涨，那民众一直在抱怨，那行政院林院长说重话，说终于打动了这些这个当然。他说的重话以后，终于启动了打击民生犯罪这些小组来办理这些联合的稽查。那请问查到现在
到底有没有什么进度啊？据我们所知道的话，第一个，他有一种某种层次呢了解到对象，那据说台北地检今天报纸有写的，但是因为侦查不公开，我们要去了解哈。那也有一些我们要朝向的是中大盘商有没有这个操控这部分。你认为是不是蔡崇来垄断，或者是民众一局的心理抢购，导致这个供需失衡啊，导致这样的状况？我们怀疑是不是有在操控，这一步是我们在努力的，看看有没有侦查不法的地方。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对，是、哦、因为你像这些台风一级的心态，然后马上就调涨，然后台风过后一段时间还是一样涨，而且有一些都是进口的也涨。那进口它本来就控制价格，控制得很好。哦，你像那个胡萝卜等等，那些都是很多都是进口的、啊，但是为什么一次也是涨一两倍、两三倍？这个就觉得很奇怪，这是不是有操控的这种状况？我们再怀疑一下有没有这个非法囤积、垄断的这个刑法的部分。我认为这个很重要，一定哦，这个民生呐、啊，好、哦、的，那些每天都需要买的，哦，一定要把它，这个阻断，而且那些菜种一定要揪出来。是好，是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林委员。接着请段宜康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法务部陈次长，请陈次长。然后金管会是银行局嘛？哈，银行局庄副局长，请庄副座。经济部没有来。经济部有智慧财产局的，跟智慧财产局、啊、对，还有商业司专委。好，看哪一位上来好了。好，我们先请两位上台。然后警政署、财政部，来，我们点到名的请上来好吗？谢谢。中央银行法务室吴主任。好，吴主任。这个次长跟这个各机关的代表啊，我们大概都共同同意啊，洗钱防治非常重要。是啊，我能不能请教啊，我们洗钱防治的工作跟我们现在在台上的各个机关是不是都有关系？有哪一个机关觉得自己没有关系的？都有关系。那我能不能请教？我们今年呢、啊、编的关于洗钱防治的预算，各个机关有多少？法务部这边的话，没有特别的针对洗钱的，是我们从我们的业务会支出的。法务部这边编列参加亚太防治洗钱组织 APG 年会的出国经费150万。那现在是开会的。对了，开会了。对对对，那其他的，其他也没有。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投入在反洗钱工作，就法务部来说，每一年大概会花多少钱？每一年的话，就我因为最主要是开会还有联系的，大概是在500万以内的，都是从业务会里面来支出的。在500万以内，我们是希望能够增加，但是因为财政，你这个不包括调查局吧？对不对？不包括调查局。调查局的洗钱防治处编列洗钱犯罪及电脑犯罪防治业务费560万，这个是包括洗钱防治跟电脑犯罪防治业务。金管会呢，照道理说，我的感觉啊，金管会应该跟洗钱防治，尤其是金融机关这个最大宗的传统上最重要的这个洗钱的工具管道，就是金融机构啊，那么最有关系。那负责洗钱防治有关金融机构业者相关规范的法规严拟，法规严拟归你们哦，对不对？金管会，金管会今年的预算编列出国参加 APG 年会预算79万，然后参与防治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织的工作，这个就是15万元，也是出国经费之外，你们每年投入在防治洗钱的工作的预算是多少？能不能告诉我们？
跟委员报告，我们也是跟法务部一样，平常都是在业务费用里面去支出。平常都在做。对。平常都有在做。然后经济部呢，编了70万，因为主要是银楼业者，对不对？去开会，是开会吗？还是做什么？做教育训练？对，就是一些教育训练，另外还有一些宣导。内政部警政署没有，财政部关务署负责海关申报把关的部分也没有，也没有内部训练，也没有做宣导，也没有做研究。中央银行编列参与 APG 年会出国经费16万，所以算下来，你们没有列在洗钱防治项下之外的业务费，大概我们这个政府每一年做洗钱防治花加起来就是890万。啊，即便加上各位所讲的，在业务费里面每一个部位顶多就是个几百万，大概就是这样嘛，对不对？那有的根本就是连编都没有编。那我问第二个问题，我们洗钱防治的主管机关看起来是法务部，法律是法，没错，法律是法务部，没错。那政策是谁定？事实上政策来讲，因为政策也是法务部在执行的，因为我们有洗钱防治是执行，但是执行的那是谁定啊？经管啊？谁去研究这个政策？谁去定这个政策？法务部说是经管会，经管会能不能跟我们说明一下？你们就我先说明一下，就洗钱防治，你们做了什么样的政策的规划？尤其是在兆丰金控出这么大问题之后，你们平常如果都有在做，如果是有效的，兆丰金就不会发生今天这样这个状况。你告诉我说，你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了些哪些事情？就洗钱防治的政策，好比说我们今天要定的这个洗钱防治法，是你们主责的吗？是你们规划的吗？还是你们只是参与讨论？报告委员，因为这个洗钱防治法的主政机关是法务部，所以整个洗钱防治法的草拟的话是法务部在主政，那我们会参与讨论。法务部觉得应该是金管会，金管会说因为法律的这个修法的主政机关是法务部，所以我要问的问题不是在法律的修法的主政机关，就是有哪个部会提出来是一回事，我要问的是政策，我们的洗钱防治政策是哪一个机关负责？目前是法务部。目前是法务部，所以呢，我们洗钱防治的专责单位就是法务部底下的三级机关，叫做法务部调查局。法务部调查局底下的一个业务单位叫做洗钱防治处，对不对？没有错。没有错嘛，对不对？所以，事实上哈，我们法务部检察司呢是在做全盘的政策的部分的检察司的，是在做全盘政策的部分。所以我应该这样讲，就是检察司副市长有来啊，副市长你不用上台了，你检察司负责的业务也不是专门处理洗钱防治的政策。所以我可不可以有一个结论，就是其实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即便口口声声，尤其是兆丰金这个案子发生之后，我们口口声声跟大家讲说，我们过去或者是未来都会很重视洗钱防治的工作，但是呢，很不幸的，或者是跟我们讲的不一致的，是我们其实是没有一个单位或者是机关在专责负责规划洗钱防治的工作。如果说2018年我们要面临的评鉴，面临的这个 APG 的这个评鉴，如你们所说的，对我们是这样的重要，那我们居然这个政府看起来并没有相对应的去编列看起来足够的预算去处理，尤其是如果这个洗钱防治法修正通过了，它有可能面临非常大的一个变动，我们的业务量会大增，我们这整个社会有许多行业都会面临新的冲击，如果评鉴不过了，那个冲击可能会更大。我们有没有有效的让这个社会认知到这个洗钱防治法修正是不是能够符合国际的要求？譬如说符合
FATF 的40项建议，我们是不是能够符合？对我们来说有多么重要？这件事情至少从我们编列预算上看不出我们相对应的重视，或者至少说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法务部这个部会的事情，尤其是首当其冲的金管会，许多国家包括香港负责洗钱防治的是金融管理局，新加坡是金融管理局，英国负责政策的是财政部，但是实际执行的是金融服务局，瑞士金融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它有一个洗钱查报处，也就是对许多国家来说，那是我们可能是需要学习或者检讨的对象。他们主政的是金融监理或者金融管理单位，不是检察官啊。检察官是根据你们定的，你们在行政监督，这些其实都是行政监督单位啊。你们在行政监督有没有去制定政策，然后检察官或者法务部是去执行这个法律，但是在法律之外或者在法律前面是行政作为。那金管会看起来跟你们其实不相干啊，或者你们在行政作为上面有没有让我们看到你们的政策？坦白说没有。是你们忙着在查赵丰金的案子吗？报告委员，我是不是能请说补充一下哦？确实，委员指教的非常的对，就是说，因为我们预算上面的编列，因为政府的预算规模其实是有限的，所以确实在预算上面我们没有办法扩增。可是至于说我们在执行上面是不是有效，而且努力的在执行，必须告诉委员，就是说，因为为了因应2018年以及赵丰的这整个事件。其实我们在我们会里面有成立了一个跨局，因为这个其实是牵涉到银行、证券、保险，我们其实是有成立一个跨局处的小组，定期的开会。除了在看我们准备2018年的评鉴的工作是不是都做好，甚至包括各项的执行，我们其实都好。谢谢，我跟次长建议啊，你们要去回报跟行政院建议。你面对2018年的这个评鉴，其实行政院要成立一个跨部会的工作小组，才有办法有效的整合我们的资源，在预算这么单薄的状况之下，好不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段委员，几位请回，谢谢。我们接着邀请周晨秀霞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啊，大家好，有请次长，请陈次长。次长早哈，今天这个刑法修正案哈，其实是针对属人或者是属地主义进行修正，扩大意外的一些效力啊哈。我觉得似乎没有必要，没有这个必要性，所以我针对一些其他的议题。来就叫次长哈。交通部前次长郭瑶琪啊，他涉及收贿也被判刑8年确定了哈，但是因为他现在是生病罹癌，所以是保外就医中哈。但是我们总统却致赠了亲笔信啊，跟他表示说遭遇到司法的审判不公哦，而入狱服刑，他感到非常的不舍哈、哦。这是我们总统给他的亲笔信哈、哦。大家都知道，法官是不告不会理的哈、哦，所以这一定是检察官有起诉哈、哦，他才能够审判嘛哈、哦。所以这样的话有错，就是检察官的错了，是不是这样？应该不是检察官错了，因为事实上我有看过那本书。那个总统呢，并不是现在写给他，那是以前2013年左右吧。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是写一封信，等于有点类似安慰他等等这一种的信，啊、哦，给郭瑶琪，他还没入监以前，应该是那个时候了。我没有详细去研究、嗯，因为他最近来讲，总统并没有任何指示。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会觉得是不是打脸我们法务部跟我们的检察机关呢、啊哦？基本上应该不是打脸了。
因为我觉得作为身为一个总统哈，他身负着人民赋予国家最高的权力哈，所以他如果是公开批评我们的司法不公的话了哈，有人说这会是民主国家最大的禁忌哈，干涉司法独立。跟委员说明一下，总统并没有以总统身份来做对方做任何的这个说法没有。总统位高权重哈，所以他的每一句话哈，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啊，他都会给予人特定的一些意义的感受哦，所以随口批评个案审判不公，这是非常不宜的哈，所以这个会冲击到检察官他们的专业坚持哈，所以我敬请我们的总统哈，以后了哈，要审慎发言哈，避免外界的疑虑了哈。那法务部在研拟刑事诉讼法里面有增订了保全羁押哈，这个制度的建议啦哈，但是司法院认为重度羁押哈，没有有侵害到人权的疑虑哈，司法院也提出说，以手机等行动装置搭配 Google 或者是 Line 哈，这些通讯软体来定位追踪、视讯监控被告的行踪的这个防逃的方案哈，但是法务部马上打脸反对哈，那如果这个方案不好的话，有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呢？这个部分，司法院在上个礼拜四下午有开过公听会，要征包括实务、包括学者专家来提供意见。我们希望法务部是站在我们的过去所认知的立场，来跟司法院提出建议，认为说是不是重罪羁押，就避免他在外面逃跑。那司法院本来他有他的规划。我们认为这个规划的不可行等等呢，提出意见，并没有相互打脸的意思，这是相互讨论的意思。好，谢谢哈。那高雄市长陈菊在议会被问到前总统陈水扁特赦的问题的时候，他表示越宽容越好哦，他期望新政府能够重塑在合法、合理、合情的状况下啊来处理。但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哈，前几天沙地阿拉伯的王子才被处死了哈，所以我认为知法犯法者应该要罪加一等哈，不能够放纵哈。所以对于这个特赦案，有做了研究了没？没有，因为特赦是属于总统权的，目前法务依照赦免法呢，法务部也没有接受到上级。对我们研究特色的问题没有，所以到目前都还没有哈。那我们常常说要监督恐龙法官嘛哈，那更要监督的应该是检察官哈，因为检察官他负责案件前阶段性的侦查了哈，并且他有权决定是不是要起诉哈，因此检察官在一个案子中所产生的影响力是不亚于掌握最终判决的法官哦，如果法官是关在笼子里的猛兽了哈，那检察官就是决定要拿什么东西放在笼子里边去喂食的这一个人哈，所以我觉得检察官他的评鉴制度哈，其实还是不够的哈，有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法？这一方面，我们法务部也要我们检察司、台高检还有最高检来研拟如何来所谓的监督。事实上，我们不是。在不干涉个案侦查之下，我们希望呢，检察官要能够走向亲民，要走向这个跟社会有这个社会的感这个方面来处理的哈。那相关的呢，我们是逐步在进行中。那如果有犯错，需要做评鉴或是某种层次的纠正，这个呢，我们都有继续在做。好，谢谢。那目前法院都公开审判嘛哈，所以民众都能够进到法院去旁听案件的审理。那个判决书也会对外公开，一般民众都能够在这个网络上查询以及阅览哈。但是检察官就是侦查不公开，而且连窃结书类也都不公开哈。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以后也应该要公开来接受公平啊？这一部分因为侦查不公开是不能旁听的哈，不然的话就会有侦查秘密的外泄等等，这影响侦查。至于说检察书类的公开部分，因为法院组织法有规定是。法官的判决要强制公开，那没有规定检察官的判决。那检察不，所以检察官的书类，那检察官书类这一部分，因为有涉及到个人资料，
或是其他相关的，是不是有耳后后续的侦查，可能不太。那我们呢也在请检察室来做研究，是让外界有这种的这个要求了。民间事可以这种要求，那在我们的人权会里面有提出来过，我们也在研究看看，在不影响各自的情况之下，如何来做比较妥适的啊？将来要不要入环，那是另外再一个考量，好不好？好，谢谢啊、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菜价的问题哈，那菜价都是居高不下的。那高检署有指示追查市场哄抬物价嘛，所以这几天都到各地，各地的检察署都积极的在查这些菜虫哈。但是我是感觉这种作秀而已啦哈，常常都是事过境迁的准鬼水无痕哈。我在六月份的时候。有咨询过民众所申请的新北农产运销公司，有七个人是福报差旅会以及这个学童营养午餐吉恩补的这个补助款哈，也遭记大过一次哈，每一个人都是记大过一次。那个新北市料处也在去年一月侦办哈，也移送到这个地检署，新北地检署哈，但是他一直拖到这个月才传唤呢哈。我觉得非常离谱的是，这些人在经过一年以后都还升官哈，那为什么会拖这么久呢？拖这么久才办呢？这个资料是不是委员给我去了解一下，跟委员报告好不好？好，因为我不了解这个事情，请咨询。好，好，好，谢谢处长，谢谢。好，谢谢。我们接着邀请郭正亮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是不是请市长，还有银行局副局长？好，市长以后就不用行礼了啊，谢谢。委员早。银行局副局长不在吗？哦 ，OK， 好，谢谢。市长、副局长啊，本席在上个礼拜跟兆丰金的高层见过面啊，那他们跟我讲纽约分行的实际状况，说他们的电脑系统完全没有办法进行洗钱防治的功能啊，所以美国 DFS 非常的生气啊，要求他们立刻要更改整个电脑系统，这当然指的是软体了啊。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一点呢？因为我们今天在讲洗钱防治啊，我们1997年。就通过洗钱防治法，我们是亚洲第一啊，而且我们是亚太洗钱防治组织的创始国啊 ，APG 的创始国。可是到了2007年，就10年之后 ，APG 的第二轮的评鉴就指出了台湾的种种问题了啊，这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也在你们的说明中。结果从2007年到2016年，又过了快要10年了。现在已经眼看要进入第三轮评鉴了，那我们今天在这边火烧屁股啊！我想请问次长啊，2007年人家就开始举出了种种的问题啊，包括样态不完备啦、非金融机构没有纳入啦、等等等啊。那请问2008到2016我们在干什么？这个部分的话，在法务部我们是针对修法部分有做处理，比方说资恐法我们也通过了哈，那个有关于刑法的。新制没收，我们把它加进去，就能够就是在这个在后端的洗钱的后端了、啊。那至于前端的洗钱的作为的话呢，那金管会哦，市长，请你听一下，那显然就是你的修法永远都赶不上人家的进步嘛。所以到了2016年，你被人家列入已经是一般追踪，那这次再没过，眼看就要进入加强追踪嘞。那表示我们过去做的那些修法还是落后人家很远呢、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部分可能是执行面的问题啦。那是钱的问题吗？比如说我们段委员刚咨询呢，是钱的问题吗？事实上，有的可能是业界观念也要转变，因为至少我跟你讲啊、这个不是业界转不转变嘛。我举几个例子啦，马来西亚、为了要成为伊斯兰的金融中心，人家花了多少钱来进行法律的转换？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他要跟杜拜、跟香港要签合作计划，所以他必须要跟上人家的水平呐、啊。所以人家是花多少钱来做这件事？马来西亚现在就不在名单上啊。所以你根本就没有下决心嘛。我现在是讲过去了，那我们过去为什么会这样呢？
马英九不是口口声声说台湾要追上亚太金融中心吗？那到底在干嘛呢？银行局可不可以回答一下，为什么会落后成这个样子啊？报告委员，针对您刚说的第二轮的评鉴，其实我们有一些缺失的地方，或者是说遵循没有达到高标准的地方，其实我们都在这一段时间，我指的是金融机构的这个部分，比如说大额通报的金额要降低到50万，像还有一些那个身份确认的程序哦，要怎么样做改进，符合国际的标准。其实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不，副局长，你现在讲的是又针对人家2016的一些新的要求嘛？我现在是在讲说，这历史上这十年来啊，那显然是 APG 或者是 FTF， 它进展的幅度比我们预期中还要快嘛？我们台湾一直跟不上嘛，不是吗？没有没有没有，刚刚我讲的那一块的话是过去，我们到最近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做的事情，包括我就说之前其实本来在上一轮的，那我举一个数字告诉你啊。我们实施洗钱防治法之后，银楼查缉1件，证券商检举5件，那是不是因为你的次数太少，所以人家觉得你执行不力呢？哎，我们其实银行它必须要去申报的，银楼这一块不是我们负责的。对，这个不是银行局啦，对了，我讲的是整个金管会啦，或者说整个法务部的部分啦。对，那如果说在金融机构，它必须履行的义务，除了认识客户之外，其实它必须履行的义务其实是包括了必须做一次洗钱的申报跟大额的通报。所以这一块其实金融机构好，那副局长我就回到银行啦。那我刚了解了兆丰银行在纽约的状况，就他的电脑根本就不能做防止洗钱的功能嘛。那这个我看不只是这一家啦，我相信有很多家都是如此啦。那人他我去见他们，他们才跟我讲详细的这个状况。所以美国现在要求他软体要重来啊。对，那为什么我们过去都不知道呢？对，跟委员报告，我觉得其实我们在相关的法规或者是银行工会的范本里面，其实都有要求说，金融机构必须建置资讯系统，因为这个资讯系统它需，所以他们都是违规嘛。所以应该就是说，执行上面确实是必须要加强，因为法规上面我们都有，而且我们法我们合理推论哈、如果说纽约分行是不能从事洗钱防治的这样的一个软体的功能，那连接到台湾的系统，台湾的系统势必也是不行嘛，不是吗？可能必须分开，因为每个国家对于洗钱的要求不一样，对洗钱的太阳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可能他会必须因为各个国家的规定，他会去调整。那显然我们的驻外的分行啊，基本上可能电脑都是有问题的嘛。这个的话，确实是他们在。这不可不可以请银行局写给本席一个报告，好不好？哦，好，小了解一下好不好？就是针对海外分行，海外分行有关防治洗钱的软体是不是更新的问题，好不好？好，那是不是回到次长，好不好？市长，如果说我们台湾针对洗钱的脚步啊，始终落后于 APG， 落后于 FT 那个 F 的这个进展的脚步啊，那我们恐怕永远都是在人家追踪名单啊。对，那这问题怎么办呢？法务部也很急啦。事实上，我们法务部呢，还有在过去这一两年，因为我刚刚听段委员讲，我觉得你们的预算是严重不足啊。预算是不足的，没错。但是我们也跟行政院，刚才段委员所指教的，我们也跟行政院现在有在反映过，我们也准备拟一个纲领送给行政院，来看能不能做集合性。至少我跟你讲啊，我觉得你们这个火烧屁股、对这个严重性，坦白讲，如果不是说有一些媒体开始报道了，说台湾如果这次没过，落到变成加强追踪，跟阿富汗同级耶，我们可能要被人金融孤岛，国际的大的银行根本就不会进来你这里。如果不是把话讲到这么重，这个会引起注意吗？这种话我毫不在过去也。那你不觉得很丢脸吗？我们现在跟菲律宾、印尼是同一级耶，你不觉得很丢脸吗？如果到这种地步，对国家形象是不好的。那人家南韩跟这个南韩、马来西亚为什么都不会有这种问题呢？所以这部分就要结合各机关了，我们会再继续的努力来处理。不，次长，我觉得你还是要讲出具体需求啦。人力不够，还是预算不够？你要具体讲啊，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你们法律的问题而已，这会影响到台湾的产业发展的问题啊。这个部分都有了，那我们也跟行政院口头报告过，现在等那个行政院会做处理。
啊，我们还希望能够尽快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有在人力部分的话呢，来做结合性那个，比方类似食安办类似这样的方式来，赶快面对这一方面二零一八的评鉴。因为我们预算还没审呢、啊，对，是。那我们是希望你们明年的预算呢、啊，能够在就强化这一部分提出更积极的做法，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接着邀请张宏禄委员发言。谢谢哈，我请一下次长。请次长，这样不用。嘿，次长，我想请教哈，从今天你们的啊书面报告里面呢哈。你那个中华民国那个刑法第七条修正草案了、啊、哈，这里呀、啊、哈，他们啊有很多党团有提出来了哈，啊就是说啊第七条的这个修正草案，那您的看法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华部这边是比较支持，放在把339条之四放在第五条里面的列举的部分，嘿，哈。哦啊、其他的呢，339条到339条之三，这个部分比较倾向个人法益、哦、我们也建议说，不要再把第七条打击面放那么广。不，我为什么要特别请教？我除了你打击面广之外啊，如果真的通过了哈、哦嗯，你觉得以我们现在的所有的人力跟物力，嗯，有没有办法复合？比较不能复合啊。不能复合，因为国海外的太多了。我觉得次长你有点保守，嗯、比较不能复合。我认为你是完全复合不了吧？对，也对了。啊，嗯，你如果我现在随便举个例子、嗯、啊，你如果在国外，你随便一个偷窃一个小案子的话，你要不要办？要办。啊？要办啊，但是有困难度。对呀、啊，有困难度，你要怎么去拿资料？对呀、啊，就是刚才我们报告里面提到说，还要司法互助等等这些的话，这个很麻烦。不，我觉得你们那个是说我们台湾啊比较不一样。我觉得那个我们不用考虑，我们把台湾当成一个正常化的国家。他如果在非洲，嗯，好、哦、啊偷窃，那你要怎么要资料？那要跟非洲政府，还是说我们派人去那里查案，人家又拒绝，这个很复杂了。不是、啊、不是那么单，不那么简单。我的意思，物力的处理很难。我是觉得你的人力物力没有办法啦。法我想啊，如果你真的要资料，那你要不要飞一趟？真的要办好，要不要飞一趟非洲？飞去钱的问题，另外人家还不愿意让你不见得。我们先管人家要不要啦哈、啊。我们先不管人家要不要，我就说我们前提把台湾当成一个正常的国家嘛，对不对？那如果你真的要勿忘勿重。要做到好，他如果今天是在、哦、非洲，我们、哦、的一个国家，你光办这个案子，你就出估了、哦、光办这个案子你要花多少钱？花这个案估，人力物力真的是不没办法处理的。好、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比较倾向说哈、哦、这个部分呢、啊、哈、哦，我其实比较赞同你啊部里的这个，我觉得我们要谨慎一点点了哈，不然。利益是很好是，可是你到时候真的法条通过了，你完全做不到，對你反而会显示出我们的立法的粗糙啊。好、哦，这一点我跟次长您好、哦。那另外我刚听哦，好几位委员哦、欸，到底现在我们的洗钱啊主政机关到底是我们法务部还是金管会啊？目前是法务部啦。但是执行面呢，很多在各个业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无奈的地方了。哦，我在过去讲过说，土法不足以执行，也需要各机关呢来配合处理。我是认为，法务部虽然类似是主管了，类似的，以法律上来讲是这样，可是有很多该做的事情，实际的操作面并不是你们啊，你们也没能力去做啊。没办法，因为业界不是我们管的，很多这个是这边。对啊，对。好、哦，那我们很多法令一直修，一直修，修到后来你其实你也没有办法很满意啊，或很实际去运作啊。是。好、哦，我请教一下啦哈、哦，那就像刚刚很多委员举赵峰啦哈、哦，那我们先不管赵峰有没有洗钱啦。哦，这个我们不要先去下定论了。但是赵峰他本身违反了一些美国的法令的什么的情况之下，对不对？你们跟金管会要资料，金管会有没有100%给你们？
刚开始的时候速度很慢，也没有给，因为叫他们有点顾忌。后来透过地检署跟银行局，跟检察局有过联系，他们房屋代主委当时也有联系，后来就比较顺畅一点。开始是有问题，不，开始是不给你们嘛，对不对？这是本位主义嘛，啊，所以你又说这是哇洗钱，连政府跟政府机关都你都要不到资料了，你啊，我们法令在定，那会有什么？而且我为什么特别请教你这个？因为你的书面报告里面第六页，你们这边有写啊，洗钱防治法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这个部分呐，哈，你们的意思是不需要再这样子的，因为很多，第六页这边，他要增列海外法令遵循稽核，那你们认为呢？啊，很多的法条里面都有规范了这一个部分了，不再需要了。不是说这个不需要了，这个是很重要。只是这些规范呢，应该是授权来定办法，来要遵循，最主要要遵循的，最主要真的要遵循的。我们很多是真的定了很多，但是没有去做，不对，那是不对的。我现在就是举这个例子，兆丰金有遵循这个吗？据我们所知道是没有，没有啊。所以你说，虽然这里面有很多有规定，他也不会不遵循呐、啊。我们不说不要定了。是说这个内容可以放在相关办执法里面，因为事实上不止只有这个，比方说前面的海外法令遵循稽核这个部分不一定放在母法里面的，可以放在那个授权的办法里面处理。我要说的就是授权的办法哈、到时候哈、如果是哈、各部会自己定的话哈、我跟你讲，能够定的完善吗？如果要各部会你按、你自己的单位有牵扯到这些事情的话，所以我们这一次修正哈，跟委员报这一次修正里面呢，就把这些授权定的，你违反授权定的办法里面的做处罚规定，做明确性的规定，可以做处罚。自己本身也要处罚、对，要处罚，对，没错，对不对？不然你像你刚你看，你要资料要不到，你要什么也都没有办法啊。然后这个，哇，我们定的洗钱防治法，我们定的什么啊？规范到所有的民间，规范到所有的啊，民间也会有反弹，也会有什么结果嘞？政府机关本身呢的态度又是不一样，我只是说，要跟你，提醒一下，点一下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呐，是，好不好？好，谢谢你，谢谢，好，谢谢。我们接着请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哈，那我本人改交书面，接着请许玉仁委员，许玉仁委员不在，周春米委员不在，林俊宪委员不在，陈欧珀委员不在，孔文吉委员不在，徐真卫委员不在，张立善委员不在，江启程委员不在，王惠美委员不在，陈廷飞委员不在。黄昭顺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不在，邱志伟委员不在，吕玉玲委员不在，李红军委员不在，郑明忠委员不在，黄国昌委员不在，林维洲委员不在，郑运鹏委员不在，我们请蔡毅宇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我们请次长，请陈次长。早，次长早。市长，我们先针对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就是关于说刑法第五条跟刑法第七条的一个修正案。那在第五条中，我们这一次修订的理由是希望把所谓诈欺罪，在境外犯诈欺罪，把它纳入了这一个我们可以侦办，我们属于国内可以犯罪审判权所及之地。好，那我想这部分我看了法务部的意见也是。我們也是赞成的嘛，这部分法务部是不会有意见的。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关于刑法第七条，我们现在有部分立委他们的提案是说，希望
将这个罪轻本刑三年以上废除，这个法务部的看法是怎样？我们认为这样太广了啦，我们事实上人力物力是符合不了的，侦审如果就单纯是侦审，人力物力就符合不了。同时呢，有没有必要把打击面用的那么全世界的世界主义有没有需要？我们认为是比较采取不赞成的态度。这你们比较不赞成？是，对，因为我举一个例子啦，我看到这个法条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哈，像现在。如果说我们在我们的境外犯罪，那三年以下都纳进去，那赌博罪是不是在境外赌博也必须是、哦、也必须要侦办呢？我们国内属于要侦办，对。所以像历经游轮，它都会到公海。是、嗯。哦，像赌神在公海上赌博是要我们要侦办的哦。对，没错、哦。所以这个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会知识体大，沿那个株连甚广。嗯，那还有第二个就是代理孕母，我们现在国内是不同意代理孕母的。哦，那如果他在外国同意的一个地方，我想问说，现在我们现在如果在适用，如果在国外，他的境外是可允许代理孕母的，好、哦，那我们国内这样会怎么采取？委员的提案是说，在该国的该地如果是违法的话，台湾就可以办了。对，哦，那代理孕母，比方说泰国，他有，不是泰国，哪一个国家他有代理孕母，这合法的不能办，但是很大部分都没有嘛。类似这个的话，我们要办，全世界都我们都要办，不太可能，我们办不了。好，所以在这一点，我是法务部是持保留意见哈。那我认同你们了哈，我认同说，因为你要把他这个三年这个门槛拿掉。哦，站在本席的立场，我觉得我赞成说，我们国内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司法资源，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全部都搬进去。但是电信诈欺这个我们一定要办，哦，因为电信诈欺这个已经严重损及我们国家的哈，对，形象是受损的。那第二件事，最近北检哈，有不只是北检，我看到地检署哈，几乎都有在办这个蔡崇。有在办菜虫，那目前这样侦办的结果怎样？办得出来吗？嗯，我想应该可以有一两件可以往上发展的。今天媒体有稍微披露一点，但是因为侦查不公开，我们也去查。北检他们就针对所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呢，在追查中上游的。对，有没有垄断囤积机器？嘿，据侦查不公开了，我们也不用再去讨论任何个案了。但是我跟市长呼吁一下哈，你们要去思考，就是说。为什么国内的菜价上涨？那国进口的哦，就是进口的菜类，外国没有台风啊。哦，外国在没有台风，那它进口，而且进口通常是先前已经进口进来了，已经放一阵子了。哦，所以它是属于冷冻蔬菜，那为什么会跟着涨？到底这个市场的供需原则是出在哪边？为什么会跟着涨这么多？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呢要。我们的检察机关呢，不是查菜价，外界说我们在查菜价扰民，我们不是针对菜价本身，是要先观察线索。目前呢，我所知道的有某些希望从线索里面进口的里面去比对，那可能他站在台湾的某几个地方，这个也还在比对中。目前我没办法了解。第一个就是说，到底这些进口商，跟所谓在拍卖市场的拍卖员，还是说像比如农产公司？他们里面的一些职员，到底有没有他们是背后的老板？这件事一定要查。这我们这件事一定要查。了解的。第二件事，我们现在呈现出来就是说，台湾的不管是菜价，还是猪肉的价格、鱼的价格，都被拍卖市场的拍卖员来决定价格。这件事，市长你知道吗？有听说过。你有听说？但是我们对于拍卖员的一个管理，至今是没有有效管理的，没有有效管理。那当然说这部分的责任并不在于法务部，但是我要跟法务部说，我呼吁法务部，我们要正视拍卖员他的角色的一个问题，是否法务部可以主动来引领未来这一些拍卖员必须纳入财产来源不明罪。哦，这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好不好？这个是不是好好思考？思考一下。哦，这些拍卖员如果他有其他的不明财产的一个来源，那是不是跟所谓菜虫的囤积，跟他去勾结这些菜虫是有关系的？好、哦，我法务部可以来研究这一点。我们去了解、去思考，再跟委员报告好了。好，谢谢。好，那
最后要跟市长讨论的就是，因为今天那个有某周刊呐、啊，有报道了说现在，北检有针对马英九前总统的八大案正在启动侦办、嗯，那我想要问一下市长说，这八大案中有特侦组牵结的案吗？还是这是本来就系属在北检的？细节我不了解，但是据我所媒体在那边所知道的，他可能是当时北检在这个五二零以前，他牵结并给院方，那院方再退回来，是不是这几块？那到底有没有全部？所以当时特侦组牵结的案件现在都跑到哪了？特侦组有一部分他是特侦组自己存档，有一部分他是发交给地检。发交详细了解才知道，这个要了解一下。有一部分的，因为特侦组赶在五二零前，那、是北检的，不是特侦组五二零，五二零以前是，对吧？讲错了，是北检牵结的。北检也有牵结，但是特侦组也有牵结部分案件的。那一部分对，嘿。对，那我要强调就是说，因为特侦组现在看起来他在明年的1月1号，他就要，要下台一鞠躬了，那他这些牵结的案件，如果。还是当时候牵结是因为调查不完备。那如果需要重启调查的话，可以啊。这样牵结的一些案件，我们希望说还是要审慎处理。是好。好、哦，那如果真的没有案件的话，我们就去提告发。哎呦，牵结没有确定力的，我支持可以跟他。如果有相关的线索、相关的资料，还是可以再办的。还是再办。对。好，那就谢谢市长。好，谢谢。好，谢谢我们谢谢蔡委员。接着请周春米委员发言。那他们两个对调，他们两个就要过掉。那周委员是不是五分钟可以吗？好，谢谢。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周委员已经有来登记过了，我们已经宣他的顺序已经过了，对。主席好，那还是麻烦那个陈次长，请次长。次长，但今天我们大概审查了法案，还有包括刑法第七条、第五条的修正案嘛，哈。那大概现在是说。大概重点是在339条之4，到底是不是照我们条文的解释，好像似乎我国没有管辖权呐、啊，哈，所以大家有这样的修法的一个考量，是这样子吗？這個、因为有争议，有人主张，有人提出来这个有争议啦，哈，因为他339条之4的这个行者不在第五条列举的，也不属于第七条的罪刑本三年以上，那是不是有？当然呢，我们也提出来说，两岸关系条例75条。因为目前你如果看法院的判决或者检察官的起诉书，事实上对于339条之4，我国是有管辖权、审判权的嘛。但是有人有争议，有提出争议，所以为了解决争议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说如果要把它明定，也未尝不可。那现在有解决争议两个明定的方向，我看一下委员，大家很认真的提案，一个方向就是在第五条把339条、339之4放到第五条嘛。是。大概等于说第五条是一个世界保护主义的条文嘛，等于说你全世界哪边全世界各国的人，你在全世界犯了这条罪，我国都有管辖权，是这样的解释嘛？第五条是世界主义兼保护主义啦，没有错。那因为如果是外国人所犯的，基本上因为他不在本国，从论理上来讲是可以办的，没有错。对啊，论理上是这样啊。你海盗的话，我们台湾也是可以办啊。对对 对, 對。那、啊、你如果把339条之4放进去第五条的话，就等于世界各国的人任何的犯罪只要你犯了这条罪，我国都有管辖权。但你如果把339条之4放进去，就比较跟他原来的这个意旨立法的我们五条刑法第五条规范的意旨方向是有一点。有一点疑虑，跟传统的理论来讲是有违背的哈。对啊，一直在挑战，有冲突啊，这是在挑战我们传统的一些那个一个体制嘛。对的，是跟传统是有挑战，没有错。那有委员还是有在刑法第七条，就是说要把这个罪轻本刑三年以上拿掉嘛？就太广了，太广了啦。如果你刑法这个
第七条这个要件如果拿掉，你刑法第六条也没有规范的必要啦，你也不用再特别说要处罚公务员。太广，而且呢，侦审也没办法附和了。那我现在看一下法务部的意见，好像是认为是在第五条放进三三九之四。对，三三九条我们可以赞同在第五条里面增订三三九之四。那目前实务的运作没有办法说是目前实务的运作就是这样子的运作就可以确认确保我们确实就是有管辖权的问题啊，没有这部分的疑虑啊，法官从来没有不判，检察官也没有从来不起诉啊。因为有人提出来这样的质疑过，在媒体上面有提出来过，那我们怕说，我们这个不是法务部主动提案啊，因为有这样质疑，我怕说将来呢有辩护人会提出这种程序上的这个管辖权的抗辩、审判权的抗辩，所以委员提案，那我们认为说基本上来看是可以来把它明确化，未尝不可了。好，那我再请教一下，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在审查洗钱防治法嘛，哈，那当然在这个 TFATF 他们之前就是三项的。认为重大犯罪的部分要去防治的有三个标准嘛？那当时行政院版本是放了一个最轻本刑三年以上。那现在大家在讨论一个修法的方向，是不是把它变成就是改成 FATF 的这个标准，就是在最轻本刑六个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嘛？是。好，现在因为原条文是五年以上嘛，哈，现行条文是五年以上。但是这个部分的话呢 ，FA 那个过去的评鉴认为我们这个呢过宽，好、哦。那当然，这个要件的范围的宽广，当然取就是说，当然现在台湾是因为赵峰案的一个发生，大家认为洗钱防治的一个加强是有它的必要。那这不管是社会责任或者是什么，我们都支持。只是说你这样的修法有一个问题，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本来加重窃盗跟抢夺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的罪是没有在原来的规范范围内的，那你现在加重窃盗或者是抢夺，因为它是符合这个第一款。那第一款的话，如果将来我这个钱，我抢来的钱或偷来的钱，我是自己用的话，那如果自己我就把它花掉，可能就是不罚的后行为。但是我如果是藏在我妈妈的或者是我太太的这个他所掌控实力支配之下，可能我就多了一条洗钱罪，是不是这样解释？照你们的三款的定义的话，如果是有这样这个隐藏的话呢，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这个条文呢是按照 FATF 他所要求的，这个范围是没有错了，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你至少要让国民知道说，今天我们这个范围是拉大了，那你将来你处分你所得的这个不法财产，你可能就再多了一条洗钱罪，有可能。那这样的国民的意识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认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法务部要去加强处理的。好，如果说之前我传统的犯罪，我只是犯了刑法300。抢夺罪或者是加重窃盗罪，但是因为现在这个法条的范围放宽，还有再加重处罚这个洗钱，他等于就是两条罪。那如果说他的爸爸妈妈把这个钱拿去花了，他爸爸妈妈也有罪，那国民可不可以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法务部要审慎来面对。如果我们也会加强的宣导，这样来说明。好，好，谢谢次长，谢谢主席。好，谢谢。我们接着请尤美女委员发言。主席和我们在场的委员以及所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早安，大家好。主席，我是可以请我们的那个陈次长。陈次长，谢谢。这样不用行礼，谢谢。陈次长好哈。那今天呢要审的法条呢非常的多，那不外呢一个就是对这所谓的加重诈欺的这一块，要不要把这个刑度呢这个。把它放宽，让它能够在国外能够把它连接起来。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的诊疗之间的医疗的这个部分。那医疗的暴力。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洗钱防治的部分。那首先呢，我想要请教的就是说，在这个关于就是加重诈欺，其实也就是这些现在的所谓的跨国的这个电信诈欺的这个部分。那在上一次呢发生，不管不只是南非的案子，那好几个这些的案例呢，那也让大家
觉得说，哎，我们台湾到底有没有管辖权？那即使呢，我们主张说有管辖权，但是呢，中国他还是呢直接去对啊他们的这些的国家呢去施压，那直接甚至啊就是强力的这个啊把人带走。那这些情况呢，当然看在国人的眼里，大家都非常的愤怒，所以呢，今天就会有委员呢啊被希望是说，是不是把这个啊，因为我们是说在海外犯罪的话。那这些我们原来有一定的刑度，那这些刑度的话才是由我们的司法管辖权的范围。那现在大家就说，哎，那是不是要把这我们司法管辖权的范围把它扩充？那甚至呢，到说非常的啊，非常的大，那几乎所有的案件都进来。那这里面呢，会牵涉到的两个，一个就是说，好，当我们的司法管辖权无限的扩充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其他的国家愿不愿意去接受？对不对？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国际之间的一个互相尊重、互惠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当你的司法的管辖权越扩充，那别的国家它一样要扩充。其实这是一个在国际之间大家有彼此互相尊重的一定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也去考量到说，你对证据的取得，如果说只是一个非常轻的一件的案件啊、那今天呢，比如说我一件的一个公然侮辱的案件啊、或是说一个非常轻的案件，那今天呢，我即使在国外我犯了这样的一个罪，我都可以把管辖权都可以延伸到那边去，那这里就会牵涉到说我们国内的这些的检察官哦，或是我们的警察，第一个能不能到那边去收集证据，那可能都要仰赖别的国家。那另外呢，就是他国家不把这些证据送进来，那我们在国内，因为证据都是存在国外嘛，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司法即使我们有管辖权，可是事实上在这整个一个审理的过程，其实是侦查跟审理的过程是非常的辛苦的。那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各国会有所谓对自己的司法的管辖权的一个自治。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说，好，我只是针对哪些就是说比较重大的这些的案件，那我的司法的管辖权，那即使就是说因为这是我的司法管辖，所以有透过国际之间的这个司法的一个协助的互助，你也必须要把人犯送过来，把这个所谓的证据一并的送过来。所以呢，这个法务部你今天同不同意，就是说大家一直把这些的范围，好，司法管辖权的范围无限的扩充，然后呢，让它就是我们的手能够伸到别的国家去，您的看法呢？法务部的报告里面也提到说，我们比较不赞同说无限上纲、无限的扩充了，因为变成台湾要管到全世界，变成世界警察管我国的国民，我们大概真傻做不到，在实务面也做不到。嗯哼，那所以这部分呢，我们也希望是说的确呢，就是说我们对，其实就是说在海外的犯罪的这个部分，那当然呢，我们也希望是说这个对透过这个国际的司法的一个互助的一个协议，那能够让他们把人犯、把这个所谓的这个钱这个证据呢能够送回来。那当然这里也牵涉到，就是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司法管辖权，其实它不限于只有所谓的这个刑度的问题，其实还包括说他是不是犯罪地。那这个犯罪的这个行为地呢，其实就像说电信诈欺，它里面也包括说你的发话方，对不对？你的电信，那甚至呢赃款有可能到我们国内，那这里面也就牵涉到，就是我们今天要另外要制定的，就是说这个修改的，就是所谓的洗钱防治法的这个部分。那这洗钱防治法，就是说好，我今天透过这个电信的诈欺，然后事实上这些赃款透过这样的一个洗钱，然后到我们的台湾来。那所以在这里呢，就牵涉到了，就是说当我们这洗钱的这个防治呢不够严的时候，我们台湾也就会变成是一个洗钱的一个天堂。那在这里也就是变成，就是说，好，在最近呢，这个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国际的这个这个埃德诺他的一个评比，那我们台湾一直逐渐的在下降。那在这里呢，是不是因为说实在的，我们国内甚至呢有很多的这些的专业的人士大家今天要被纳入到这个洗钱防治的规范的对象，可是大家并不知道说它的严重性到底在哪里，然后呢，这个到底说为什么要被纳入规范？那它的规范的范围到底应该怎么样？这个我们市长是不是可以稍微说一下？那个台湾绝对不能作为洗钱犯罪的天堂了，不然的话不只是国际形象问题，我们在国际上的贸易等等通会被降等被处理的。那另外刚才委员有提到说，我们这里有指定，就是我们在草案的第五条里面呢，有包括金融业还有金融业以外的行业跟人员。那这一次呢，为什么会把某些人员、特定人员，比方说律师、公证人的某些行为，不是全部某些行为放入呢？因为这是在 FATF 里面的事项的要求里，要各国呢，因为他可能在某些
不动产买卖啦，还有这个资产管理啦，可能会涉及到洗钱的问题。那希望呢，相关的人士、相关的业界啊，或是从业人员，他能够加以注意啊，来作为一个登记啦、登录啦，还有这个确认客户这方面的工作而已啦，最主要是这样嘿。我想这里呢，就是有一个观念要澄清的，就是说以往我们对刑法传统的这个刑法理论有所谓的刑法的迁移性，那重点其实是在保护被害者，保护这个被告啊，就是说让被告他不会受到冤枉，那他不会就受到就是说这个被冤狱。那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就说你刑法一定要罪刑法定，而且就是说一定要非常的明确，那同时不能够让任何一个人受到冤狱。那但是在洗钱防治的这个部分，我们是看到说在整个一个国际的金融全球化跟这整个一个全球的这个金融化之后呢，我们也看到说这些的钱透过国际之间那不断的这些的流通，而且今天呢就是说这些透过洗钱的这些的诈骗的集团，它可能是一个系统性的、组织性的，甚至呢，它可能牵涉到这些毒品或是这个恐怖攻击等等这些的钱，所以它的这被告呢，就不再是我们传统里面的，就是非常的弱势，那他面对国家的这个强大的机器，他没有办法抵抗。其实今天洗钱防治他所要的这个打击的对象，跟传统的刑法的这所谓的被告孤独无力，然后去面对国家的一个非常庞大的公权力跟机器，他无能对抗，所以我们在整个刑事诉讼法要去保障被告，让他不会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侵害，然后让他去受到冤狱。那今天洗钱防治最主要的是说，这些可能是一些的财团或是一些犯罪的组织，那它是有系统有组织的，然后透过国际之间的把这些的犯罪的所得，然后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洗钱的方式，让他为乃是非法的变成合法。那所以今天在打击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组织跟集团，所以呢它跟原来的这种所谓的传统的这种所谓的保护被告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今天在定这个洗钱防治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目的呢先把它讲清楚。所以它的目的呢，它其实呢就是要把它定位，就是说这个最主要的就是防止这些钱呢就犯罪这所得它不会经由合法的管道，然后呢去把它变成一个就是原来是非法的钱变成合法的钱，然后呢这样子去侵蚀整个一个国家的经济跟金融的一个体系，那甚至呢受到这些的小投资人他的这些的哀嚎遍野。那我觉得说这个部分呢，可能这个法务部呢，你必须要去对外说清楚，那人民才知道说洗钱防治其实是也是人人有责，那大家共同来一起防治这样的一个洗钱的一个发生。好，因为最主要洗钱这一部分的话，我们不是为了用刑法办，最主要是管金流嘛，从金流里面呢避免造成洗钱变成那个漂白嘛，所以呢，我们后来是增加了某些业界或是人员是最主要是要审查啦。保存记录、保存资料这一方面的做前端的防治啦，所以这一部分都不是属于刑法要处理，洗钱才是我们要后面真正做洗钱行为。像律师他不会做洗钱行为，但是我们希望他能够通报，希望他能够有保存资料，还有这个审查，你的客户的审查等等这些，但是我们会加强的先导。是好，那希望你们能够加强宣导，让人民就是有一个比较一个正确的一个认知，这样子。好 ，OK， 好，谢谢。好，谢谢游委员啊。那现在黄国昌委员已经到场了啊。刚刚虽然有唱名过，不过一样给五分钟时间好吗？谢谢。谢主席，麻烦有请次长。请陈次长。好，次长，时间关系我就择要问哦。那客套话我就直接跳过去。就法务部哦，为了让我国的整个。金融秩序、资本市场的规范跟国际接轨，要去推动修洗钱防治法。那这个我个人跟时代力量全力支持。那我有个很，但是我看完了你们的草案啊，我的困惑非常的多哈。第一个事情呢、是按照 FATF 它的规范方式啊，就所纳重大犯罪的罪名大概有三种，一个是罪重本刑一年。以上或六个月，然后最轻六个月以上，那要不然就是有一些特定类型的犯罪。那我现在看到法务部的条文啊，
是最轻本刑，你们定三年以上。不，六个月，现在改了六个月。我们现在你现在东西在哪里？我们是跟委员有讨论过了哈。不是、啊，我现在的问题是你的条文现在在哪里？哦，现行的，我们现在提出来是三年以上是没有错的，但是后来我们在检讨，跟委员对啊，我现在问你说你最新的条文在哪里？那可以委员要提案的，要提案修正。不是啊，我就跟你讲哦，就是说、嗯，你们法务部有立场，这我都赞成啊。是 是。但是当大家都在研读你们之前的说帖，研读你们的法案都没看到。今天要审查的时候，你才匆匆忙忙透过委员临时提案的方式提出来，这样子的立法品质，市长你觉得会好吗？哦，这个抱歉，我们可能不是、啊、你如果要这样子做的话，那你前面写的那些报告不是全部都丢到垃圾桶去就好了吗？啊、不，跟委员抱歉，因为我们之前是因为之前答询的时候呢，我们在做检讨。没有关系啊，等一下法案审的时候哦，好，会花很多时间要一条一条对啦，因为你即使定。六个月以上有期徒刑，你也知道很多财产犯罪在我国最轻本刑是没定的嘛，是都是五年以下嘛，是是，所以你下面列举，那你需要看你是不是有把它举齐嘛，是，啊，你如果没有举齐，铁定挂一漏万嘛，啊、对对 对，那我就是想说，今天委员会的时候，可能我们要针对很多罪名一条一条来对，这是我为什么去强调说，你们这些东西会前一定要给大家看嘛。那你说啊，没有没有，我的规范态度变了。那我今天会透过委员临时动议拿出来审，那你不是在开大家玩笑吗？那我前面看了法务部这么多的法案，花了这么多时间，是结果你今天跟我讲说委员那是一场误会，不要再浪费那个时间了。抱歉抱歉，这个抱歉，我们可能这个联系上没有好。第二个哈，就是我现在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哦，就是说今天我们可能赶着在立法时程哦，希望在年底以前把洗钱防治法过，是希望开始明年的时候要进行第三轮的相互评鉴嘛？是，好，我国哈现在目前负责主责去准备明后年相互评鉴的单位是哪一个？这个就您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因为其他国家哈。他可能有就洗钱防治，他有专门的单位，有专门的单位是集结的，可能法务、可能金融那边的专才，很认真的来做这件工作。但是我现在不太确定齁，就是说负责接下来2018到2019齁，可能接下来这些评鉴，我国的专责单位是哪一个？还是你们有没有组成一个团队开始准备这件事情？目前是华部主责，但是华部力有未逮，所以我们跟行政院也要报告说要组成专那个联合的那个这个作业的小组。你们什么时候跟院方说你们力有未逮？我们过去曾经讲过了，不，你很诚实的跟大家报告吼，说你们力有未逮这件事情，我是肯定啊，因为你如果打肿脸充胖子啊，你没有那个能力去做这个事情，结果等到评鉴结果出来是不好的话。市长，你应该了解哈，如果结论是不好的话，对我国的资本市场，很多金融机构，他们接下来要做生意啊，那个负面冲击会非常非常的大，会影响我国整个资本市场跟经济活动的秩序。所以好，万一到时候评鉴出来的结果是不好的话，那这件事情呢、啊，与其到时候事后去追究责任，不如事先。我们就预防，不要发生这样的状况。来，法务部，你直接讲，你需要什么资源，需要院方什么协助，然后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啊，行政院给你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在104年初曾经向行政院报告过了，现在行政院后来没有下文，因为我们你说104年初就是2015年年初，对对对，然后你跟行政院报告，然后他们置之不理就对了。他们叫我们自己先行处理，但是就是你们自己想办法。那我们要组成跨部会平台，这个是有，但是呢，因为业务的主政不在华务部，华务部管不了。金管会配合的态度怎么样？嗯，金管会他们是有在做了，但是这个积极度的话，恐怕金管会要能够在。各家把劲也积极度不够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业界呢，是不是跟金管会的配合度？因为包括电脑系统，包括相关的机制要处理的，这一点我就要请金管会来做处理。不配合修法哈、嗯，我相信全体的委员为了台湾接下来经济的发展，以及我们的评比在国际上面、嗯，其他国家看到我们不管是表面的形象，还是实际的内容，乃至于接下来的整个经济活动跟资本市场，有可能会造成的冲击，大家都很重视。那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
司法法制委员会也很认真的把你们这些条文赶快来排来审，那我相信委员都会支持。但是部长，如果到时候出来评鉴的结果不好，谁要负责？你也不知道，一定是全民买单嘛？对的，对，全民会那个整个负面的冲击一定会全民买单嘛？还次长，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做一个清楚的承诺？你一定会非常积极的跟我们的行政院很清楚的表示，法务部力有未逮，不要把所有的东西压在你们身上，需要什么资源去跟行政院要。是，但是到最后，现在主责的单位既然是法务部，大家最后还是会追究法务部的责任，还是会追究法务部的责任吗？是是是是。OK， 好，谢谢。好，谢谢。好，那我们今天呢，登记发言的委员呢，都已经发言完毕了，我们询答就结束哈。那委员质询的时候，如果有要求相关的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呢，请相关的机关尽速交付个别委员以及本会。那委员许淑华提出，还有许玉仁哦，有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哈，并请相关机关也书面答复。好，那我们待会呢要进行的是讨论事项一，审查中华民国刑法第五条、第七条的修正草案，共计五案。那我们现在呢，先在这边先休息20分钟，谢谢。
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哈。那我们请宣读今天的讨论事项一跟二。请看关系文书。中华民国刑法第七条条文草案对照表。这是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的第七条。本法于中华民国人民在中华民国领域外犯前二条以外之罪，适用之，但依犯罪地之法律不法者，不在此限。据看许淑华等十六人提案修正条文刑法第五条部分。第五条前段第一款至第十款均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增订第十一款，第339条之四之加重诈欺罪。请继续看许淑华等十八人提案修正刑法第七条部分。第七条，本法于中华民国人民在中华民国领域外之犯罪皆适用，但犯罪地之法律不法者，不在此限。请看吕玉玲等十七人提案第十页刑法第七条修正案。第七条，本法于中华民国人民在中华民国领域外犯前二条以外之罪，而其罪轻本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与犯刑法第339条之四者，适用之，但依犯罪地之法律不法者，不在此限。请看委员林德福等十八人提案修正刑法第五条及第七条部分。第十三页第五条前段与第一款至第十款均与现行条文同，未修正。增订第十一款，第339条、第339条之一、第339条之二、第339条之三与第339条之四之诈欺背信及加及重利罪。第七条，本法于中华民国人民在中华民国领域外犯前二条以外之罪，而其罪轻本刑为一年以上有期徒刑者，适用之，但依犯罪地之法律不法者，不在此限。请看委员黄昭顺等二十一人提案中华民国刑法增订第189条之三部分。第十六页第189条之三，以强暴、胁迫或其他非法方法损坏医疗机构或其他相类之场所内医疗安全或关于保护生命之设备，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意图使医事人员或紧急医疗救护人员执行一定之职务或妨害其执行一定之职务而施强暴胁迫者，一同犯前二项之罪，因而致人于死者，处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伤者，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一项之未遂犯罚之。第189条之四，公然聚众犯前条之罪者，在场注视之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得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首谋及下手实施强暴胁迫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因而致人于死或重伤者，首谋及下手实施强暴或胁迫之人，依前条第三项之规定处断。第189条之五，于医事人员或紧急医疗救护人员执行职务时，当场侮辱或对于其执行之职务公然侮辱者，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50万元以下罚金。请看委员李红军等二十二人提案增订刑法第189条之三条文部分。第189条之三，以强暴、胁迫、恐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滋扰医疗机构秩序或妨害医疗业务之执行者，处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0元以下罚金。
婴儿至医疗设施毁损，自身危险于他人之身体健康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00元以下罚金。犯前二项之罪，婴儿致人于伤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00元以下罚金；致重伤者，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于死者，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公然聚众犯本条之罪行，加重其罪1/2，加重其刑1/2。委员陈一鸣等29人提案增订第191条之二部分，请参看第20页。第191条之二，毁损医疗机构或其他相类场所内关于保护生命之设备，自身危险于他人之生命、身体或健康者，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医疗机构内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时施强暴胁迫，足以妨害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者一同，犯前二项之罪，因而致医事人员于死者，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伤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项及第二项之未遂犯罚之。委员江启臣等25人增订刑法第182条之一条文草案部分，请参看第23页。第182条之一，妨害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或妨害救护运送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30万元以下罚金；以强暴、胁迫、恐吓或其他非法方法犯前项罪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委员林俊宪等二十人提案《中华民国刑法》增订182条之一部分，请参看第27页。第182条之一，妨害医疗人员医疗进行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妨害救护运送或医疗机构运作者一同，以强暴、胁迫、恐吓或其他非法方法犯前项之罪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宣读完毕。好，各位委员，上述的修法的提案呢，主要是针对我们国人在境外的犯罪或加重诈欺罪能否进行诉追的议题哈。啊，内容是比较单纯，如果各位委员没有异议的话，我们是不是省略大体的讨论，直接进入到条文？好，那再来我们就请教委员刚刚宣读的这个条文哦，刑法第5条、第7条哈。那各位委员没有什么意见要提出来？是不是委员许淑华等16人拟具的这个中华民国刑法第5条的这个修正草案，是不是可以按照这个通过？是法务部表示一下意见好吗？好，请法务部表示意见。主席各位委员，那法务部对于许淑华委员所提出的第5条单纯针对339条之4这一部列入的话，法务部表示赞成。那其他的条，我们认为说是还有在斟酌余地，或是知识体大，是不是建议能够那一部分就不予处，不处理或怎么样处理？谢谢。好，谢谢法务部。那其他委员，针对刚刚法务部提出的，有没有要再另外做补充的，或者是要针对另外的1345案，要提出一些其他看法？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按照许淑华等16人拟具的《中华民国刑法》第5条条文的修正草案，照案通过哈。那其余的1345案呢，我们就暂时不予审议，好吗？好，没意见，我们就按照案通过。好，那我们进行讨论事项二，是不予审议，可以吗？还是好吗？不予审议。好，那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进行讨论事项二啊。由委员黄昭顺等21人拟具的《中华民国刑法》增订第189条之三、189。刚刚这个还没有宣告。
这个部分没有选，还有这个部分。好，讨论事项一的部分。对对，是要来。讨论事项一，个案审查完竣。好，那讨论事项一呢，我们已经审查完竣哈，那你据审查报告提报院会来处理哈。那本案是不是有需要交案这个党团协商呢？不用。是不是不需要吧？不用。其他委员，好，那我们就不需要交由党团协商哈。那会院会讨论时呢，由许召集委员淑华来说明，好吗？好，那我们就进行。讨论事项二哈，委员黄昭顺等二十一人拟具的《中华民国刑法》增订第189条之3、189条之4以及189条之5的修正草案。好，那来过委员有没有要表示意见？请法务部表示一下意见啊，请法务部。可以的话，全部好不好？哈。主席各位委员，法务部针对黄昭顺委员等所提出的这个五个案子，针在刑法公共危险罪章里面呢，加列的有关于医疗纠纷暴力的暴力纠纷的这个部分呢，法务部建议是因为这个部分整套的来讲有相关刑法的法律或其他法律的规定，还有包括医疗法也有规定。那如果有必要再做整体性的处理，我们建议是在医疗法里面去做整套处理。那是不是建议？委员呢，能够在公共危险章在整个法制面来讲，在公共危险罪这一章，能够暂时保留这个条文，先不要做处理，不做处理，谢谢。好，那这个是不是刚刚法务部的建议是还是透过跟那个我们卫好，那今天我们是不是这案呢？我们就暂时。不处理啦，不予审议啊。好，好。好，那我们讨论事项的二一到五案呢，我们今天就不予审议啊。好，那本案审查完竣，这边这边上面。好，那本案审查完竣，那就由我们委员会就不予审议哈。那现在呢，就进行讨论事项三。讨论事项三哈，继续并案审查有关于行政院函请审议及委员所提的洗钱防治法修法的草案共9件。好，那上述的提案呢，我们在9月22号的时候进行过一次的询答。那本会呢，也在上周四啊，由美女委员来主持的公听会，听取了很多学者、专家还有职业工会对于修法草案的看法哈。那我想这个因为上个礼拜有一些的工会特别有提出一些的意见，还没有整合得很完整哈。本来我们是希望今天是不是可以透过逐条来讨论，但我想还是有部分的工会哈在上个礼拜有表达一些的意见，是不是我们可以请法务部啊，就跟各个工会的整合的意见也特别也能够包括刚刚时代力量也有党团也有提出一些的看法。是不是可以就整个的这个协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完整的一些进一步的更具体的做法能够提供给各个党团，特别是我们司法委员会更做具体的了解，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是不是今天上午我们先进行条文的宣读跟修正动议好吗？好，那我们就请宣读。各位参看那个条文对照表。行政院提案第一条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委员许淑华等17人提案第一条与现行条文同。补充一下，行政院提案是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那个第一个是名称部分未修正，啊，好，行政院提案第二条部分，第二条本法所称洗钱，指下列行为：一、意图隐匿或掩饰重大犯罪所得来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诉而移转或变更重大犯罪所得；二、
掩饰或隐匿重大犯罪所得之本质来源、去向、所在、所有权、处分权或其他权益者；三、收受他人重大犯罪所得，或因参与重大犯罪而取得、持有或使用重大犯罪所得。委员许淑华等十七人提案第二条部分与行政院提案同。请参看第二十八页，行政院提案第三条部分。第三条前段，本法所称重大犯罪，指下列各款之罪：一、罪轻本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刑之罪；二、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二项、第二百零一条之一之罪；三、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三项、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一项之罪；四、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条第一项、第二百九十六条之一第四项、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二项、第三百条第一项之罪；五、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百三十九条、第三百三十九条之三、第三百三十九条之四、第三百四十四条、第三百四十四条之一、第三百四十六条、第三百四十九条之罪；六、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项、第四项、意图盈利犯第三十六条第一项之罪；七、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第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及第十三条第二项之罪；八、惩治走私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三条第一项之罪；九、证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项第八款及第六项一、第一项第八款处罚之罪；十、破产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五条之罪；十一、组织犯罪条例第三条第一项后段、第二项后段、第四条、第六条之罪；十二、著作权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第九十一条之一第三项之罪；十三、商标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之罪；十四、营业秘密法第十三条之二之罪；十五、废弃物清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后段、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之罪；十六、税捐稽征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及第四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之罪；十七、政府采购法第八十七条第一项、第三项至第六项、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条、第九十条第一项、第三项、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三项之罪；十八、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十五条之罪；十九、资恐防治法第八条、第九条之罪；二十、本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罪。委员许淑华等十七人拟定第三条部分。第一前段第一款至第五款部分与行政院提案同。第六款，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项、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四项之罪。第七款、第八款与行政院提案同。第九款，证券交易法第七十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项第八款之罪。第十款至第十四款与行政院提案同。第十五款部分，废弃物清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后段、第四十六条之罪。第十六款、第十七款与行政院提案同。第十八款部分，本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罪。委员曾明忠等十八人提案第三条部分，前段第一款至第四款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第五款修正为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条、第三百三十九条之三、第三百九三十九条之四、第三百四十四条之罪。第六款至第十九款与现行条文第五款至第十八款同，系款次调整。第二项全段未修正。第一款修正为
刑法第336条第二项之罪，第二款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委员许淑华等17人提案第三条部分，第一前段第一款至第17款均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第18款修正为中华民国刑法第339条之4之罪，第19款本法第11条之罪，第二项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请参看第36页，委员吕玉玲等20人提案第3条部分，第一项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第二项前段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第一款修正为一，刑法第336条第二项、第339条、第339条之4、第344条之罪刑法。第二款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请参看第40页，委员徐国勇等19人提案第3条部分，第一项前段第一款至第4款未修正。第五款修正为刑法第339条之4之罪，第六款至第19款与现行条文第5款至第18款同，即款次调整。第二项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行政院提案第4条部分，本法所称重大犯罪所得，只因重大犯罪取得或变更之财物或财产上利益及其孳息，前项重大犯罪所得之认定，不以其重大犯罪行为经有罪判决为必要。许淑华委员等17人提案第4条部分，与行政院提案同。委员段宜康等18人提案第4条部分，第一项与行政院提案同，第二项修正为前项重大犯罪所得之认定，以其重大犯罪行为经调查后认有犯罪嫌疑为必要。请看第52页，行政院提案第5条部分，第一项未修正，第二项修正为第二项以下修正为本法所称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包括一银楼业，二其他业务特性或交易形态亦为洗钱犯罪利用之事业及从业人员，前项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其适用之交易形态及第9条之排除适用，由法务部会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报请行政院核定指定。第一项金融机构，第一项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所从事之交易，必要时得由法务部会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指定其使用现金以外之支付工具。第一项、第3项及前项之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定有疑义者，由行政院指定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前3项之指定其事业设司法院者，由行政院会同司法院指定之。委员许淑华等17人提案第5条部分，第一项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第二项以下修正为本法所称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包括其他业务特性或交易形态亦为洗钱犯罪利用之事业及从业人员，前项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及其适用之交易形态，由法务部会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报请行政院指定，其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为司法院者，由行政院会同司法院指定之。第一项金融机构，第二项指定之非金融事业人员、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所从事之交易，必要时得由法务部会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指定其使用现金以外之支付工具，其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为司法院者，
由行政院会同司法院指定之第三项及前项之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定有疑义者，由行政院指定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其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为司法院者，由行政院会同司法院指定之。委员段宜康等十八人提案第五条部分第一款第一项未修正，第二项以下修正为：本法所称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包括银楼业、律师、公证人、会计师、地震士、不动产中介业或其他业务特性或交易形态亦为洗钱犯罪利用之事业或从业及从业人员。前项后段所称其他业务特性或交易形态亦为洗钱犯罪利用之事业及从业人员，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适用之交易形态，由法务部会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报请行政院指定。前项之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定有疑义者，由行政院指定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前三项之指定其事业其事务设司法院者，由行政院会同司法院指定之第一项第二项机构所从事之交易，必要时得由法务部会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规定其使用现金以外之支付工具。请参看第六十页，行政院提案第六条部分第一项前段未修正，第一款修正为防治洗钱及打击资恐之作业及内部管制程序，第二款至第四款未修正。第二项以下修正为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之防治洗钱注意事项，得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订定之。第二项防治洗钱注意事项之执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应定期查核，并得委托其他机关构法人或团体办理。第一项金融机构及第二项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规避、拒绝或妨害查核者，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委员许淑华等十七人提案第六条部分。第一项前段未修正，第一款防治洗钱及资恐之作业及内部管制程序，二定期举办或参加防治洗钱之在职训练，三指派专责人员负责协调监督本注意事项之执行，四其他经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指定之事业，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之防治洗钱注意事项，得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订定之。前二项防治洗钱注意事项之执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应定期查核。第一项金融机构及第二项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规避、拒绝或妨碍查核者，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亲民党党团提案第六条部分，前段第一项前段未修正，第一款修正为防治洗钱及资恐之作业、内部管制及海外法令遵循稽核程序。第二款至第四款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第二项以下修正为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之防治洗钱注意事项，得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订定之。前二项防治洗钱注意事项之执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应定期查核。第一项金融机构及第二项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规避、拒绝或妨碍查核者，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处新台币10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委员段宜康等十八人提案第六条部分，金融机构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应订定防治洗钱注意事项，报请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备查，其内容应包括下列事项：一、防治洗钱之作业及内部管制程序；
二、定期举办或参加防治洗钱之在职训练；三、指派专职人员负责协调监督本注意事项之执行；四、其他经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指定之事项。前条第二项机构之防治洗钱注意事项，得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订定之。请参看第64页，行政院提案增订第七条部分。金融机构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应进行确认客户身份程序，并留存其确认客户身份程序所得资料。前项确认客户身份程序所得资料，应自业务关系终止时起至少保存五年；临时性交易者，应自临时性交易终止时起至少保存五年，但法律另有较长保存期间规定者，从其规定。金融机构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对现任或承认国内外政府或国际组织重要政治性职务之客户或受益人与其家庭成员及其既有密切关系之人，应于有高风险业务关系时执行加强客户审查程序。第一项，确认客户身份范围、留存确认资料之范围、程序、方式及前项加强客户审查之范围、程序、方式及之办法，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法务部及相关机关定之。前项重要政治性职务之人与其家庭成员及有密切关系之人之范围，由法务部定之。违反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及前项锁定办法者，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处金融机构新台币500万元以下罚锾，处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新台币25万元以下罚锾。委员许淑华等17人提案增订第七条部分。第一项与行政院提案同。第二项除末句，但法令有较长保存期间规定者，从其规定。文字上有区别之外，与行政院提案同。第三项，金融事业、金融机构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对现任或承认国内外政府或国际组织重要政治性职务之客户或受益人与其家庭成员及亲信，应于有高风险业务关系时执行加强客户审查程序。第一项确认客户身份范围、留存确认资料之程序方式，与前项加强客户审查程序方式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法务部定之。第三项重要政治性人物与家庭成员及亲信之范围，由法务部定之。违反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及前项锁定办法者，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或直辖市、县市政府处金融机构500万元以下罚锾，处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25万元以下罚锾。请参看第68页，行政院提案新增第8条部分。金融机构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因执行业务而办理国内外交易，应留存必要交易记录，前项交易记录之保存至交易完成时起应至少保存5年，但法律另有较长保存期间规定者，从其规定。第一项留存交易记录之适用交易范围、程序、方式之办法，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法务部及相关机关定之。违反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及前项锁定办法者，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处金融机构新台币500万元以下罚锾，处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新台币25万元以下罚锾。委员许淑华等17人提案新增第8条部分。第一项与行政院提案同。第二项部分，前项交易记录之保存至交易完成时起应至少保存5年，但法令另有较长保存期间规定者，从其规定。第一项留存交易记录之适用交易范围、程序、
方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法务部定之。违反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及前项所定办法者，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或直辖市、县市政府处金融机构新台币500万元以下罚款，处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新台币25万元以下罚款。请参看第70页。行政院提案第9条部分，金融机构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人员、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对于达一定金额以上之通货交易，除本法另有规定外，应向法务部调查局申报。依前项规定为申报者，免除其业务上应保守秘密之业务义务。第一项一定金额通货交易之范围、种类、申报之范围、方式及程序之办法，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法务部及相关机关定之。违反第一项规定及前项所定办法者，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处金融机构新台币500万元以下罚款，处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新台币25万元以下罚款。委员许淑华等17人提案第9条与行政院提案同。委员段宜康等18人提案第7条，金融机构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对于达一定金额以上之通货交易，应确认客户身份及留存交易记录凭证，并应向法务部调查局申报。前项所称一定金额通货交易之范围、确认客户身份之程序、留存交易记录凭证之方式与期限、受理申报之范围及程序，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法务部、中央银行定之。依前项规定为申报者，免除其业务上应保守秘密之义务。违反第一项规定者，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下500万元、2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金融机构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第一项规定者，经审酌其应受责难程度、所生影响及因违反第一项规定所得之利益及其资历等情况，得于其未申报金额之范围内酌量加重，不受法定罚款最高额之限制。请参看第76页，行政院提案第10条部分，金融机构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对疑似犯第14条、第15条之罪之交易，应向法务部调查局申报，其交易未完成者一同。依前项规定为申报者，免除其业务上应保守秘密之义务。第一项之申报范围、方式、程序之办法，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法务部及相关机关定之。前项第7条、第4项、第8条、第3项及第前条、第3项之办法，其事务涉司法院者，由司法院会商行政院定之。违反第一项规定及第3项所定办法者，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处金融机构新台币500万元以下罚款，处指定之非金融机构、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新台币25万元以下罚款。委员许淑华等17人提案第10条部分，第一项、第二项与行政院提案同。第3项部分，第一项之申报范围、方式、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法务部定之。违反第一项规定及前项所定办法者，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或直辖市、县市政府处金融机构新台币500万元以下罚款，处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新台币25万元以下罚款。委员段宜康等18人提案第8条，金融机构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对疑似犯第11条之罪之交易，应确认客户身份及留存交易记录凭证，并应向法务部调查局申报，其交易未完成者一同。依前项规定为申报者，免除其
业务上应保守秘密之义务。第一项，受理申报之范围及程序，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内政部、法务部、中央银行定之。违反第一项规定者，处新台币20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款。金融机构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第一项规定者，经审酌其应受责难程度，所生影响及因违反第一项规定所得之利益及其资历等情况，得于其未申报金额之范围内酌量加重，不受法定罚款最高额之限制。请参看第80页，行政院提案增订第11条部分。为配合防治洗钱及打击资恐之国际合作，金融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自行或经法务部调查局通报，对洗钱或资恐高风险国家或地区为下列措施：一、令金融机构强化相关交易之确认客户身份措施；二、限制或禁止金融机构与洗钱或资恐高风险国家或地区为汇款或其他交易；三、采取其他与风险相当且有效之必要防治措施。前项所称洗钱或资恐高风险国家或地区，指下列之一者：一、经国际防治洗钱组织公告，防治洗钱及打击资恐有严重缺失之国家或地区；二、经国际防治洗钱组织公告，未遵循或未充分遵循国际防治洗钱组织建议之国家或地区；三、其他有具体事证任有洗钱及资恐高风险之国家或地区。委员许淑华等17人提案新增第11条部分。第一项与行政院提案同。第二项，前项所称洗钱或资恐高风险国家或地区，系指以下第一款至第三款与行政院提案同。请参看第84页，行政院提案第12条，旅客或随交通工具服务之人员出入境携带下列之物，应向海关申报，海关受理申报后，应向法务部调查局通报：一、总价值达一定金额以上之外币、香港或澳门发行之货币或及新台币现钞；二、总面额达一定金额以上之有价证券；三、总价值达一定金额以上之黄金；四、其他总价值达一定金额以上且有被利用进行洗钱之余之物品，以货物运送、快递、邮寄或其他相类之方法运送前项各款物品出入境者一同。前二项之一定金额有价证券、黄金物品受理申报与通报之范围、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会商、法务部、中央银行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定之。外币、香港或澳门发行之货币未依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申报者，由海关没入之；申报不实者，其超过申报部分由海关没入之。有价证券、黄金物品未依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申报或申报不实者，由海关科以相当于未申报或申报不实之有价证券、黄金物品价格之罚还。新台币依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申报者，超过中央银行依中央银行法第18条之一第一项锁定限额部分，应予退运。未依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申报者，由海关没入之；申报不实者，其超过申报部分由海关没入之，均不适用中央银行法第18条之一第二项规定。大陆地区发行之货币，依第一项、第二项锁定方式出入境，应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相关规定办理。总价值超过同条例第38条第5项锁定限额时，海关应向法务部调查局通报。委员许淑华等17人提案第12条，旅客
或随交通工具服务之人员出入国境，携带下列之物，应向海关申报。海关受理申报后，应向法务部调查局申报：一、总价值达一定金额以上新台币、人民币及外币现钞；二、总面额达一定金额以上之有价证券，以货物运送、快递或其他相类之方法运送前项各款物品出入国境者，亦应向海关申报。海关受理申报后，应向法务部调查局通报。第一项之一定金额有价证券受理申报与通报之范围、程序及其他应经遵循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会商法务部中央银行中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定之。新台币、人民币或外币未依第一项及第二项之规定申报或申报不实，除以邮寄方式运送第一项第一款所列物品者，由海关没入之。有价证券未依第一项或第二项规定申报或申报不实，或以邮寄方式运送者，由海关科以相当于未申报或申报不实之有价证券之价额之罚还。前项之情形不适用中央银行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管理外汇条例及海关弃失条例有关处罚及退运之规定。委员蒋万安等26人提案第10条部分：旅客或随交通工具服务之人员出入国境，携带下列之物，应向海关申报。海关受理申报后，应向法务部调查局通报：一、总值达一定金额以上之新台币现钞；二、总值达一定金额以上外币现钞；三、总面额达一定金额以上之有价证券。前项之一定金额有价证券受理申报与通报之范围、程序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会商法务部中央银行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定之。新台币及外币未依第一项规定申报者，所携带之新台币及外币没入之。新台币及外币申报不实者，其超过申报部分新台币及外币没入之有价证券未依第一项规定申报或申报不实者，科以相当于未申报或申报不实之有价证券价额之罚还。请参看第93页，行政院提案第13条部分。检察官于侦查中有事实足认被告利用账户、汇款、通货或其他支付工具犯第14条及第15条之罪者，得申请该管法院指定6个月以内之期间，对该笔交易之财产为禁止提款、转账、付款、交付、转让或其他必要处分之命令，其情况急迫，有相当理由足认非立即为上开命令，不能保全得没收之财产或证据者，检察官得禁命执行之，但应于执行后3日内申请法院补发命令。法院如不于3日内补发，或检察官未于执行后3日内申请法院补发命令者，应即停止执行。第二项至第4项与现行条文第9条第二项至第4项同，未修正。第5项修正为：对于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依第21条所签订之条约或协定，或基于互惠原则请求我国协助之案件，如所涉之犯罪行为符合第3条所列之罪，虽非在我国侦查或审判中者，亦得准用前4项规定。第6项修正为：对第1项、第2项之命令、第4项之裁定不符者，准用刑事诉讼法第4编抗告之规定。
委员许淑华等十七人提案第十三条部分，除中段部分第十四条及第十五条修正为第十四条至第十五条部分外，其他均与行政院提案同。行政院提案第十四条部分，有第二条各款所列洗钱行为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五百万元以下罚金。前项之未遂犯罚之。前二项情形不得科以超过其重大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委员许淑华等十七人提案第十四条部分，第一项、第二项与行政院提案同。第三项为前二项情形不得科以其重大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以上之刑。请参看第九十九页，行政院提案第新增第十五条部分，收受、持有或使用下列情形取得而无合理来源，且与收入显不相当之财物或财产上利益，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五百万元以下罚金。一、冒名或以假名向金融机构申请开立账户；二、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机构申请开立之账户；三、规避第七条至第十条锁定洗钱防治程序，前项之未遂犯罚之。好，抱歉，我们现在先处理一下开会的时间哈，我们早上就继续延长开会哈，谢谢，请继续宣读。委员许淑华等十七人提案第十五条部分，前段部分第一项前段部分与行政院提案同。一款，第一款，使用冒名或假名向金融机构申请开立账户取得；二、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机构申请开立之账户取得；三、以不正方法规避第七条至第十条及第十二条规定锁定相关洗钱防治程序所得。第二项与行政院提案同。请参看第一百零七页，行政院提案第十六条部分，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从业人员，因执行业务犯前二条之罪者，除处罚行为人外，对该法人并科以各该条所定之罚金。犯前二条之罪，在侦查或审判中自白者，减轻其刑。前二条之罪，于中华民国人民在中华民国领域外犯罪者适用之。委员许淑华等十七人提案第十六条部分，与行政院提案同。请参看第一百一十二页，一百一十二页，行政院提案删除现行条文第十二条。行政院提案第十七条部分，公务员泄露或交付关于申报疑似犯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罪之交易或犯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罪嫌疑之文书、图画、消息或物品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五条第一项、第二项不具公务员身份之从业人员泄露或交付关于申报疑似犯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罪之交易犯交易或犯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罪嫌疑之文书、图画、消息或物品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五十万元以下罚金。委员许淑华等十七人提案第十七条部分，公务员泄露或交付关于申报疑似犯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罪之交易或犯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罪
嫌疑之文书、图画、消息或物品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金融机构不具公务员身份之从业人员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泄露或交付关于申报疑似犯第14条、第15条之罪之交易，或犯第14条、第15条之罪之嫌疑之文书、图画、消息或物品者，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50万元以下罚金。但配合金融机构基于防治洗钱及打击资恐目的进行集团内资讯分享，并符合金融机构锁定资讯保密及安全维护措施者，不在此限。行政院提案第19条部分，犯本法之罪，没收之犯罪所得为现金或有价证券以外之财物者，得由法务部拨交检察机关、司法警察机关或其他协助查缉洗钱犯罪之机关做公务上使用。我国与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依第21条所签订之条约或协定，或基于互惠原则，协助执行没收犯罪所得或其他追讨犯罪所得作为者，法务部得依条约、协定或互惠原则，将该没收财产之全部或一部拨交该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或请求拨交没收财产之全部或一部款项。前二项没收财产之拨交办法，由行政院定之。委员许淑华等17人提案第19条部分，除第二项前段文字中与行政院签这个少一个所，还有后段部分插一个逗点之外，其他与行政院提案同。行政院提案增订第20条部分，法务部办理防治洗钱业务得设置基金。行政院提案第21条，为防治洗钱，政府依互惠原则得与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签订防治洗钱之条约或协定。对于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请求我国协助之案件，除条约或协定另有规定者外，得基于互惠原则提供第9条、第10条、第12条受理申报或通报之资料及其调查结果。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香港及澳门间之洗钱防治，准用前二项规定。委员许淑华等17人提案第20条部分，与行政院提案第21条相同。行政院提案第22条、第6条、第3项之查核，第6条、第4项、第7条、第5项、第8条、第4项、第9条、第4项、第10条、第5项之裁处及其调查，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委办直辖市、县市政府办理，并由直辖市、县市政府定期呈报查核成效。行政院提案第23条，本法施行日期除中华民国105年4月13日修正公布之条文及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第3条第6款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后6个月施行。委员许淑华等17人提案第21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中华民国105年3月25日修正公布之条文由行政院定之。宣读完毕。洗钱防治法第3条、第5条、第7条、第8条、第9条、第10条修正草案条文修正动议，请配合参阅书面。第3条，本法所称重大犯罪，指下列各款之罪：一、最轻本刑为6月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罪；二、刑法第201条之一第2项、第268条、第339条、第339条之3、第342条、第344条、第349条之罪；四、惩治走私条例第2条第1项、第3条第1项之罪；
五破产法第154条、第155条之罪；六商标法之罪；七废弃物清理法第45条第一项后段、第47条之罪；八税捐稽征法第41条、第42条及第43条第一项、第二项之罪；九政府采购法第87条第三项、第5项、第6项、第89条、第91条第一项、第三项之罪；十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第44条第二项、第三项、第45条之罪；十一本法第14条之罪；第5条第一项序文第一款至第17款与现行条文同；十八第18款融资性租赁业；十九其他经金融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指定之金融机构，本法所称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系指从事下列交易之事业或人员：一、银楼业；二、地政事及不动产仲介经纪业，从事与不动产买卖交易有关之行为；三、贵金属与宝石交易业所从事贵金属与宝石交易业从事达新台币50万元以上等值现金交易；四、律师、公证人、会计师为客户准备或进行下列交易时：一、买卖不动产；二、管理金钱、证券或其他资产；三、管理银行、储蓄或证券账户；四、提供公司设立、营运或管理服务；五、设立法人或信托、营运或管理以及买卖事业体；五、信托及公司服务提供业为客户准备或进行下列交易时：一、担任法人的名义代表人；二、担任或安排他人担任公司董事或秘书、合伙人或在其他法人组织的类似职位；三、提供公司、合伙或其他形态商业经注册之办公室、营业地址、居住所、通讯或管理地址；四、担任或安排他人担任信托或其他类似契约性质之受托人或其他相同角色；五、担任或安排他人担任实质持股股东；六、其他业务特性或交易形态亦为洗钱犯罪利用之事业及从业人员；前项第6款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即得不适用第9条第一项申报规定之前项各款事业或人员，由法务部会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报请行政院指定。第一项金融机构，第二项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所从事之交易，必要时得由法务部会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指定其使用现金以外之支付工具。第一项、第三项及前项之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定有疑义者，由行政院指定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前三项之指定其事务设司法院者，由行政院会同司法院指定之。第7条，金融机构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应进行确认客户身份程序，并留存其确认客户身份程序所得资料，其确认客户身份程序应以风险为本，并应包括实质受益人之审查。前项确认客户身份程序所得资料应自业务关系终止时起至少保存5年，临时性交易者应自临时性交易终止时起至少保存5年，但法律另有较长保存期间规定者，从其规定。
金融机构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对现任或曾任国内外政府或国际组织重要政治性职务之客户、客户或受益人与其家庭成员及有密切关系之人，应于有高风险业务关系时执行加强客户审查程序。第一项，确认客户身份范围、留存确认资料之范围、程序、方式及前项加强客户审查之范围、程序、方式之办法，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法务部及相关机关定之，于订定前应征询相关职业工会之意见。前项重要政治性职务之人与其家庭成员及有密切关系之人之范围，由法务部定之，违反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及前项锁定办法者，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处金融机构新台币2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锾，处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锾。第八条，金融机构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因执行业务而办理国内外交易，应留存必要交易记录，前项交易记录之保存自交易完成时起应至少保存5年，但法律另有较长保存期间规定者，从其规定。第一项留存交易记录之适用交易范围、程序、方式之办法，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法务部及相关机关定之，于订定前应征询相关职业工会之意见，违反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及前项锁定办法者，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处金融机构新台币2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锾，处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锾。第九条，金融机构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对于达一定金额以上之通货交易，除本法另有规定外，应向法务部调查局申报，依前项规定为申报者，免除其业务上应保守秘密之义务。第一项一定金额通货交易之范围、种类、申报之范围、方式及程序之办法，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法务部及相关机关定之，于订定前应征询相关职业工会之意见，违反第一项规定及前项锁定办法者，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处金融机构新台币2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锾，处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锾。第十条，金融机构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对疑似犯第14条、第15条之罪之交易，应向法务部调查局申报，其交易未完成者，一同依前项规定为申报者，免除其业务上应保守秘密之义务。第一项之申报范围、方式、程序之办法，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法务部及相关机关定之，于订定前应征询相关职业工会之意见。前项第7条、第4项、第8条、第3项及前条第3项之办法，其事务涉司法院者，由司法院会商行政院定之，违反第一项规定及第3项锁定办法者，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处金融机构新台币2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锾，处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锾。提案人柯建明、蔡逸瑜、郭正亮、周春敏、尤美女、张红露。宣读完毕。
好，我们现在已经宣读完毕啊。那刚刚讨论事项二呢，我们原作的这个决议啊，不予审议啊。那因为我们现场有提案委员啊，有一些的意见哈、啊。那是不是我们现在征询委员，我们现场委员的意见，我们改做成的决议如下，就是讨论事项的二跟三哈、啊，这个案我们都定，另外呢再定期继续来审查。好，那好，那稍等一下，我们先把这先请教一下我们司法委员。对，好吧，好，好，稍等一下哈，好，谢谢哈，那我们就另外就重新做以下的决议哈。我的话言一下哈，好，谢谢主席哈，各位同仁，我想，我们从103年当时就是修正这个医疗法，那修正了之后呢，其实医疗体系的暴力行动一直在各个地方不断的展现。那包括光田医院，包括最近光是星光医院连着两周大概就有两件。那其实在全世界当中，不管是英国、纽西兰很多先进的国家，尤其是纽约，他们是把医疗体系的人员当作跟警察跟消防人员一样，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必须要受到许多的保障。因为如果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受到保障的话，那公权力没有办法实施，大概人民财产等等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那么至于医疗人员，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在保障医疗人员，尤其是在包括急诊室的暴力等等那些所影响层面，尤其是重症的部分的那些部分、啊、那当发生这些医疗暴力的时候，那所影响的就是人民的生命的财产安全的问题。所以包括纽约他们也是做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在做。那有一些人讲说这是可能会对人民怎么样，包括法务部今天的说明，其实我是有意见的。我们可以看到前一段时间包括光田医院的医疗纠纷暴力行为，并不是黑衣人去做，而是全家人去对一个医疗人员做暴力的行为。所以我们如果不可以在103年王桂芬条款的医疗法修正之后，那么这么多年来又发生这么多的事，能够有一些吓阻的作用的话，那我们觉得不仅仅是我们的医疗人员没有办法受到保障，包括医疗体系，所以有一些六大皆空的有一些的医疗人员就是大家就走嘛，不愿意在那个岗位上，那我觉得对我们的健康是有疑虑的。所以虽然主席，我今天本来是跟陈一鸣委员很希望能够出委员会然后再去协商，那我尊重主席的宣告，那也尊重其他委员的意见，但是我必须要表达的是，我们请，因为刚刚次长也跟我做了沟通，我们大概也要请次长他们有一定的时间，要求他们法务部能够就这个部分再整理，否则如果照他们今天的报告写的那个报告，那我觉得我有一点失望、哦、那我希望能够有一个时间的限制，那请法务部能够组成一个委员会，那赶紧把这个部分能够更清楚而明确的保障医疗体系的人员以及保障我们所有人民就医的一个权益、哦、以上谢谢。好，谢谢，我们请陈一鸣委员。谢谢、其实主席，我想为什么我们这个提案从卫环委员送来这边司法法制委员会，我想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很多医界的同仁都觉得，就是说现在医疗暴力这么多那其实在急诊室那个是个公共的空间，这些是对医疗人员给他们打巴掌给他们肢体的暴力的其实已经不是法务部在给我们说明里面所谈到的一般人民的了。今天其实法务部给我们的这个这个叫做什么会提说帖这里面讲到他说什么，让我们这样的提案会让一般人民使其担负刑责，事嫌过于严苛。哎，拜托好不好，我们提一个法是要禁止这个暴力在这个就是一就是相关的这个场所里面尤其是在急诊室里面出现，这些人已经不是一般人民了、这些人荣获不是黑衣人民黑衣的人士，可是也不是一般人民，他其实是在阻碍我们医事人员来行使救人的
好、哦、让他们的权利，同时也妨害到其他到急诊室就医的民众的权益。所以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这样子的法律，请问一下全国有哪一个人会反对？没有人会反对这样子的法律，还我们医事人员有一个独立自主健康而且是没有恐惧的一个职业的空间。而一般如果说法务部担心的是，因为这样子之后，因为非告诉乃论会造成很多的刑事的纠纷或怎样，这可以在这个通过了之后，在宣导期的时候让民众了解就好了嘛。所以其实如果不是已经到了一个没有办法忍耐的一个状态，每年发生超过200例，平均两天就有1例医疗暴力的出现，我想这个是妨害到医事人员的的职业，也同时也对他们身心造成很大的伤害，更不要讲说对于民众要到急诊室去就医也是对他们的权利造成伤害，所以才希望能够在这边提出这个东西来。但是我们也尊重了，尊重我们委员大家的那个，但希望说能够尽速的进行把这个法案呢，能够把它那个就是能够协商，然后能够把它提出来，还我们这个医事人员一个就是没有恐惧的一个职业的空间了。我想这个是我想不是只是我们国民党的诉求了，林俊宪委员也是有提出来嘛，所以是蓝绿的委员其实都有这样共识，而且已经有那个急迫性在这边，所以我是附和我们这个黄昭顺委员了，希望。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提案，就是法案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赶快法务部这边也能够协助办理，我们赶快把它看要放在什么地方，是不如果不在刑法，在医疗法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条文要能够很明确的定出来，好不好？谢谢。好，谢谢两位提案委员事实上这个在第八届会期的时候已经有包括黄昭顺在座的委员很多位的委员主提案委员有9案也都曾经提到司法委员会来那最后还是就是审查意见是没有通过。那我想这次第九会期委员再次提出来，也看到了整个的医疗暴力确实是越来越严重，那么这会期再次的提出来也显示出委员的一个重视跟社会的氛围啦。我想这个是不是也请法务部能够会同我们卫福部就医疗暴力跟处罚，还有包括在如何刚刚有委员建议，是不是在医疗法的部分或者是相关的法律可以去更明确的去定义出来是不是可以把医疗法的好，那没关系，这时间上可以的话，我们请法务部这边可不可以跟提案委员就彼此来做个协调在一个月的时间主要是提案委员了一个月的时间吧，两个月时间把它提出来跟。那不是提案委员，主要是怎么样建立一个真正有益于大家的一个医疗环境，以及保障所有的医疗人员，所以能不能一个月？市长好了，我们就尽快，因为这个案子我看很多委员也是不分蓝绿都有这样的看法各位委员，那法务部说明一下，防治医疗暴力，保障医师人员，这个呢，法务部跟卫福部都是有这个共同理念，包括我们在场的司法委员会的委员呢，都是有这个共同理念。啊，法务部只是说在立法技术跟立法体力上面呢，不要放在刑法的那个公共危险章，是不是用定特别刑法？特别刑法不是不用刑法，用特别刑法方式来处理。那这一部分的话呢，那刚才也包括我们在场的这个司法委员会委员呢，也都给我们指教。那包括提案委员这样，我们都提炼这个过程了那我们是不是在两个月内提？那我们会召集法务部来邀集那个相关机关，包括卫福部来，我们有个行修会的好不好？嘿。后来今天以内我不会了，不会了，我们在以内了，好不好？好，因为这个事实上我们会来讨论一下，好不好？好，謝謝。那我们就再做处理。那我们就謝謝好，那我们就请法务部这边就一个半月的时间了提出来大家再研讨一下。好，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我们现在散会，谢谢大家。